报告各委员，我们会议还没开始，因为我们有通知卫福部长本人要到啊，各位首长要到，那结果为什么没到？也没来我们这边，也没到卫环去，所以我们现在再等个五分钟哈。那请你们卫福部，你们这个首长哈，那个麻烦请到今天到我们联席会来，谢谢。哎，那个卫福部的同仁，听说你们的部长现在在一楼，是不是也没有进八楼，也没进九楼？那八楼现在还在对议程做进行调整。如果说他们确定了是要你们卫福部，我当然会我可以就是说礼让啊，让你去。可是现在八楼并没有开会啊，那你们部长现在在哪里？那另外还有，食药署署长嘞？那我非常谢谢中央健保署的署长本人现在到场啊，非常好。本来是说到八楼，现在在场。那这个国健署的署长、社家署的署长，麻烦都协寻一下好吗？啊，我看到简署长了，我看到了。
到的话，请到前面来跟这个主任秘书哈，跟主任秘书这边报道一下好吗？不然搞不清楚谁到谁没到哈。谢谢。那个有你们那个郭旭聪这边吗？ OK， 没问题，这个我已经 OK 了，这个 OK 了，那其他的找一下哈，谢谢。
卫福部同仁，不好意思，现在在场的最高位阶的吕次长，你们的部长在哪里？还有你们的这个江玉美江署长在哪里？现在所有的官员委员在等你们。你看，人家审计长也到了，主计长本人也到了。我们委员还有我们财委会跟这个卫环的联席的议事同仁都到了。那请问在哪里啊？楼，如果那个部长该下去，我就会让他下去，我会礼让啊。那他现在也不在八楼啊，也不在八楼，不在九楼，去哪里？两边绕跑。如果八楼要开会，我礼让没有关系，我们财委会礼让他们，我同意。但是也不在八楼啊。请问你们的部长要考大家几点？我刚才已经讲了，主计长、审计长、委员、议事人员都到。但是因为他是以八楼要开会请假，他现在八楼现在没有在开会啊，是因为八楼开，他是他的请假理由是因为他要去八楼列备询啊，现在八楼没有让他备询啊，所以他请假理由是不是说谎？我们没有配合他，他本来就应该到这边来啊。我不准他假。是啊，那如果八楼先要请他，八楼他优先，但是他也没有在八楼啊。来报告各委员，今天这个，因为我们跟卫本来我们跟卫环是撞档。那卫环说他们要邀请卫福部的官员，所以呢，按照过去本席的习惯，只要我们委员会跟其他委员会有冲突的话，我一律礼让，我从来没有去争过主导权，我一律礼让。照理说两个会的联席比一个委员会人数还多，委员还多，但是我都是礼让。那所以本来在这个昨天之前，那卫福部长跟所有的首长跟我讲，他们要到八楼去，要备询，我都说没关系，我都准假。但是现在八楼的理由消失了，他们的议程还没搞定啊。那如果议程没搞定，是不是应该到九楼来请假理由就消失了？那如果说八楼现在搞定了，我也可以继续礼让，没有关系，到八楼就下楼去，当场可以离开，请次长来。但是人呢？也不在八楼，也不在九楼，你们可以协询一下吗？然后两个首长不在，搞的所有首长、所有委员、议事人员全部在这个地方。
来打铃打铃没有关系，来。现在宣布开会哈，我们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二次联席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16日星期四上午9:05至10:15，地点清仙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伊婉如委员等28人，内席委员吴志阳委员等18人，内席官员审计部审计长林庆龙、行政院主计总处主计长朱泽民、劳动部常务次长林三桂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如召集委员秀燕。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管理。一、单位结算，劳工委员会（括号劳动部）、职业训练局及所属（括号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劳工安全卫生研究所（括号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劳工退休基金监理会（括号劳动基金应用局）。二、附属单位结算，营业特种基金单位，劳工保险局。三、附属单位结算，非营业特种基金单位，一、特别收入基金、就业安定基金；二、其他特种基金，劳工退休基金旧制、劳工退休基金新制、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经审计部林审计长提出报告后，既有委员伊婉如等17人提出质询，经审计部林审计长及相关人员予以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党完毕。二、委员陈赖素梅、杨耀、陈一鸣、刘建国手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以书面答复。三、委员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疫情的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本次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有关劳工委员会（括号劳动部）主管，含附属单位结算营业集会营业特种基金部分等各单位预算之执行、政策之实施及特别事件之审核救济等事项，经照列通过临时提案3案。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确定，请议事人员宣读今日议程。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含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案管理。一、单位结算，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药物管理署、中央健康保险署、国民健康署、社会及家庭署、国家中医药研究所。二、附属单位结算，非营业特种基金单位。一、作业基金、医疗药品基金、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全民健康保险基金、国民年金保险基金。二、特别收入基金、健康照护基金、社会福利基金。宣读完毕。报告各委员，我想我们在场的官员对于我们财委会的委员跟卫福的委员，今天是两个委员会联席啊，那所以应该都很熟悉，我就不用再介绍。那在今天的这个与会首长感谢我们林庆龙审计长，还有副审计长王丽珍，另外行政院主计总处的主计长朱泽民朱主计长，另外卫福部部长应该要在，请问待会儿请这个次长说明一下部长现在人在哪里啊。另外疾病管制署署长郭旭松，因为他要陪同外宾觐见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所以本席同意请假，只要合理理由，我一向都准，所以我是准假的。因为他现在要陪外宾见副总统，所以由疾管署由主任秘书陈银慧陈主秘，起立一下，让委员认识一下好吗？谢谢。代理。另外，中央健保署，李署长，好，谢谢。非常好哈，因为你本来是要说要到楼下去请假，不过你现在楼下没有，待会如果楼下你们开会，如果轮到这个卫福部开会的话，你可以下去啊，那请你的副手来就行了。另外国建署的陈润秋陈代理署长，好，谢谢。
楼下没有开会就请上来，如果要开会的话，如果是你们的议程的话，那我可以让你们下去，好不好？那请他上来，不要在那边看热闹，哎，没他的事情。接下来社会家庭署署长简慧娟，简署长。请他现在上来，不是等一下上来。现在对，协调是委员跟委员之间，他不是委员，好不好？不要搞错身份了。所以如果说轮到他要备询，我就让他下去。现在他应该要进这边，因为这边也是卫环跟那个财政联系，是两个委员会联系。今天这个卫环委员在这边也是出席委员，好不好？所以请他们上来。那另外这个食药署的署长江玉美，江署长现在人在哪里？请他上来。好，有三位署长在楼，都在楼下，请他们上来，好不好？请他们上来备询、开会、做有用的事情。楼下在吵架、看热闹，那就不必了。那我们在协询期间呢，那我们先请这个吕次长说明一下你们的部长在哪里，也不在八楼，那在哪里呢？确定在八楼吗？刚才找人下，你们的人下去看说没有啊，说在一楼啊，说在一楼后面的厕所那边呢、啊、那到底在哪里呢？你们也不想你们 部长去哪里？这样的话传出来也很难听啊，说在一楼的厕所后面那边，那躲什么呢？所以赶快协询哈，那待会我十分钟后，这样子的话已经，这个影响到这个委员的质询权了。首长该备询的，结果没来，那委员有的说算了，高抬贵手就算了，但是不见得每个委员都同意他的质询权被剥夺，所以赶快去协询一下你们这些首长。另外，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所长顾继华，顾所长，好，谢谢。我们现在先请林审计长就本次审查之机关单位部分做简要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现在做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及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审核报告，本路议程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的各机关各基金的一个结算层的情况，扼要报告如下。总结算部卫生福利部主管呢，7个单位预算机关税出结算审定数1370亿3000多万元，应付保留数有5亿7000多万元，主要是采购补助还有委办计划合约期程跨年度继续执行，剩余数有50亿8600多万，主要是各项委办计划还有补助计划经费结余。在附属单位结算及中计表非营业部分，作业基金、医疗药品基金审定剩余7亿5000多万，较预算增加6000多万元。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审定剩余1亿9001万，较预算增加3700多万。全民健康保险基金审定短处1085万，较预算剩余相继1354万多元。国民年金保险基金本年度收支结余474亿5429万，经依国民年金法规定悉数提列安全准备，审定本年度剩余为零，与预算相同。在特别收入基金部分，健康照护基金审定短处14亿1000多万，比较预算减少短处47亿，这个主要是烟品健康福利间收入较预计增加了7亿多，以及健康照护绩效提升等计划，那么在执行的时候把较预算有发生很大的这个落差，所以这个执行进度都未如预期。社会福利基金损定短处3亿1000多万，较预算减少短处2亿7000多万，主要需这个所属老人及孙障福利机构收容人数未如预期，相关费用减少，还有这个健康福利间获配的这个收入安平收入较预期增加。在重要审核意见部分，我们简要报告如数。第一点是主管机关对医疗社会福利还有公社参与法人的这个相关监督管理部分，那么经考核结果，有关这个医疗财团法人的管理方面呢，国内那么总共48家医疗财团法人，有68家医疗机构开业来营运。那么目前医疗法对医疗财团法人的设立
董事会主处、会计处都等虽然有相关的管理规范，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监督助理机制还有不足，比如讲说缺乏外部独立董事或是监察人制度，也没有这个建立内控内稽的相关规定。另外对这个财团法人财产运用监理呢，那么也缺乏监证对象跟金额的规范。那另外在社福财团法人的管理这个部分呢，目前国内有这个全国还有省级的财团法人有261家，那么有关这个设立跟运作虽然定有这个相关的规范，不过经我们考核结果在相关的这个监督管理机制呢还有不足，像说有超过5年没有接受这个查核的这个财团法人有超过100家以上。那在这个政府监督的财团法人目前有10家，那么我们觉得在监督助理机制呢，那么也有待进一步强化的这个必要，这个部分都已经通知卫福部来做改善。第二点是有关食品安全管理方面，我们发现在边境稽查轮力的配置虽然已经增加，不过因为在必须要查验的产品项数呢逐年成长，所以在边境的这个查验的负荷呢，不减反而增加，在轮力还有在抽烟的比例还是负荷蛮重。第二点是输入食品国外的这个查厂加速呢，低于这个先进国家的要求标准很多，而且边境查验能量呢也有不足的地方。第三是食品添加物源头管理的速度，那么没有办法有效防堵不当化学物资的流入食品供应链，还有日本福岛灾后的这个采取的这个产品输台管制措施，不过在因为边境查验还没有办法完全落实，所以还是有这些违反规定的这个产品流入国内情况。第三大项是药品管理的法令跟管理的规章这一块呢，我们发现在药品查验登记及变更的管理规范缺乏原查验登记及原流厂备查事项的这个复查基础，那么比如难以察觉注药药品上市后呢擅出变更主成分原料的来源或是它的相关的这个复行剂的这个情况。第二是输入药品铸造工厂实地查验厂数还有市场抽查的品项呢不多，而且药品上市后呢管理能量这个有待提升。那么第四点是公益劝募这个条例呢，那在制度面还有执行面那有未尽周延之处呢，这个本来要修改这个劝募条例，不过在这个接起不损以后呢，目前那么新的这个草案还没有提出来，我们希望在这个制度面跟执行面能够来进一步强化，赶快来提出这个修正草案。第五是在这个长照计划里面呢对这个输注症照护的这个服务，我们发现到这个103年度为主呢，有宜兰、新竹、云林、台东、澎湖、基隆还有连江7个县市目前还没有设置输注症入住机构专区或是专责的机构，所以在这个照顾的资源有不足，另外服务利用情况也有欠佳，这个部分有待进一步来强化。第六是在儿童医疗品质最快的这个提升，虽然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不过目前儿童死亡率较其他先进国家还是高，而且呢儿童急症医疗相关的研究还是缺乏，主要就是在医院儿科专科医师的轮力不足。到103年底为主呢，卫福部有8家医院并没有儿科的专科医师，那此外呢有9家医院只有1位儿科的这个专科医师，所以在专科的这个轮力呢有不足的情况。此外在南部的这个医学中心目前还没有设置儿童医院，那儿童医院都在北部跟中部，在医疗资源的分布有欠均衡，而且在儿科的紧急医疗照顾网络的建筑呢那么也不够的地方，那么部分公立医院的儿科专科医师轮力不足，没有办法提供儿童急诊，那在提供这个最照顾的最适当的照顾，这个都要再进一步来强化这个资源的配置还有轮力。第七是二代健保这个改革以后呢，虽然这个健保财务已经获得大幅的改善，
不过最主要就是在目前面临老人化少子化以后呢，医疗费用会越来越高，收入那么会跟着来缩减，所以在相关的这个居住怎么样建立一个可长可久而且能够兼顾世代负担的公平正义制度呢，那么有需要再赶快来做一个因应。除外在药品的一个价格的调查还没有办法全部落实，没有办法遵守反映药品实际的一个交易价格，以及这个健保速办急症后期的这个照顾计划，它的这个收案的这个次数还很少，在这个跨院整合的这个衔接机制有带来强化。第八点是安宁病房的这个资源设置呢，还没有很普及，而且医护能力也有不足，特别是在这个第七医院呢，那么设置这个安宁病房的这个只有八家，在367家只有八家哈，所以在这一块还不够普及，希望来加强推广正确的观念啊，让更多人来受到这个照顾。第九点是国民年金的这个保险基金，那它的这个财务状况跟业务的一个执行还是有这个不够周延，像说长期居住国外，少数长期居住国外，在年满留有15岁呢，返国来恢复户籍，参加国民年金，那缴纳短期费用就可以来每个月来处理这个老人年金的不公平的现象。还有潜藏负债呢，从1999年底2000多亿增加到103的7000多亿。那另外就是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费用，目前这个政府在相关的这个财源不足。超过这个300亿以上，这个都有需要来改善。这个在最后一点是有关烟品健康福利间的这个分配应用，还有这个资讯的揭露呢，那我们发现有不够周延。不过这个部分，卫部已经在104年的10月份来发布相关的这个办法，加强这个资讯的透明跟这个执行力的一个考核。以上是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本路议程部分审核情况做扼要报告，那么详细情况请参阅103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以上报告请主席及各位委员主教，谢谢。OK， 好，谢谢审计长。报告各位委员，我们先要开始询答。那么这个现在这个卫福部的官员都已经到楼上来了哈，除了这个。刚才因为有些委员比较晚进来啊，除了这个郭旭松啊，署长到总统府去以外呢，陪外宾觐见副总统，那其他呢现在都在现场。那我也让卫福部的首长知道，你们不用为难，待会如果八楼的议程解决是要你们被询的话，那财政跟卫环的联席可以礼让啊，可以礼让，让你们下去被询。那但是呢，如果在他们议程解决之前。那请大家要尽责认真在这边备询，因为今天是两个委员会的联席啊，那这边也有财政也有卫环的哈，这所以我先让你们知道，你们待会如果楼下搞定你们可以下去哈。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询答，每位委员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第二个，上午10点钟截止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秉睿委员质询。主席，麻烦请卫福部林部长。喂，好，部长早哈，几个问题要跟你请教，就是关于第一个是关于长期照顾服务法第22条的问题了哈，因为长照法第22条对于现在经营所谓养护中心的长照业者，要限制需要财团法人跟社团法人了哈。那现在台湾有很多私人营业的这个养护中心，那床数是49床，50床以下的嘛哈，所以目前大概有900多家。那给予5年的缓冲期，到了5年到了之后，一定要改为财团法人或非盈利的社团法人，否则就是违法。那你觉得这个转过去能够转得很顺吗？这个就是长照服务法通过之后。有一个规定呢，就是要做长照法人法的修订。那为了这个法呢，我们已经跟这个相关的这些业者啦，这些社福的单位做了9次的沟通，目前还持续在沟通，所以这个还没定案。我知道，但是问题是因为那个法律已经规定10成了，是。那你如果后面的还没有定案，你那个转型的过程中，你们是不是要赶快想办法多给辅导，不然到时候
转不过去的话，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在上面，因为就我们所了解，如果是以900多家的话，它的就业人口也很多啊。对。然后受在这里面住床的这些需要长期照护的人也很多啊，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大问题啊。你不能说到在那边，现在虽然还有一些年限，你不能坐在那边等啊。所以是在问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跟我们来讲说你要怎么样子来协助、来辅导啊，让他们能够转型？如果法律一定有明定的话，因为接下来的三个礼拜有做三次的公听会之后，我们就会来依照大家的意见来，一定要来协助辅导这些49床以下的这些已经存在的这些社福的这个机构。好，那因为我以前在讨论这个台湾跟中国的那个服贸协定的时候，内容里面有关于这一块哈，这一块因为台湾是必须是法人化的嘛，然后不能以盈利为目的。可是中国那边规定，他们的这些社福机构是可以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两个的制度在现在的设计上完全不同，还是就有如有的人讲的说，哎呀，你不要，你其实就是务实啊，人家做这个社福机构也是目的也是要盈利，这样说法你认同吗？这个有点要小心啦，因为虽然我们规定是服贸是规定49床以下的，但是还是要注意这个合并。不是，我是说，因为我们台湾一样对社福机构都定义为它必须是这个，就是要用法人，它非盈利为目的嘛。那但是有一些人在批评说，其实我们这个是有一点不务实啊，因为去经营这一种所谓的养护中心，它基本的最原始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要盈利，那跟那个非盈利为目的的这个制度上面是不是我也有一些汉格啊？就是因为要顾虑到这非盈利的，所以才有这个法人的设计，尤其这个参考医院啊，有财团法人跟社团法人，社团法人是可以盈利性的。这个长照也是你说财团法人非盈利哦，这个是讲制度讲给台面上的人听啊。你看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多少医学中心他是财团法人，啊，结果他每一年的盈利还不是他每一年盈余啦，不要讲盈利，盈余上百亿的都有，哎，对不对？媒体有都一直看到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是不是要不要务实一点，就一定要挂说还是要以非盈利为目的，还是说哎就是有不同的管制的方式，管理的方式。那另外一点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既然你这样规定了，你要想办法，好，想办法要好好的辅导，因为这个可以预见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别的地方开会的时候，当初说医院的医生，住院医生是4年要纳入劳基法，那时候那一个会议的结论啊，所有的受雇医师是8年纳入劳基法。就你来的本院在开公听会的时候，你就回答又不一样哦。你又回答说3年所有的受雇医师都可以纳入劳基法。我记得你在跟我开会的时候，你跟我讲说这个很困难啊，这个要很多的配套啊，要思考的很详细啊，然后要多方的沟通跟宣导，所以你才要求说时间上应该这样。那你为什么来到立法院的时候，你可以缩短那么多的时程？这就让我产生担心，因为两段话，一段是我亲自听你讲的，一段话是报纸上媒体上看到的。那到底哪一段是真话，还是你回去检讨之后发现真的可以缩短那么多时间？其实最重要，这个医师纳入劳基法最重要还是要保障以人民的权利为这个优先啊。那现在年轻医师当然他很希望越快越好，但是我还是希望有做好完整的配套。对，我提出是109年1月1号，全部受雇医师全部纳入。是的，部长，你记不记得我们行政立法协调汇报里面讲的，你讲的跟现在讲的不一样啊？这个就让我担心了。我的担心说，你本来跟我讲的是8年全部纳入，前面4年是所有的住院医师纳入，然后你说因为这个也会影响到各方面的利益，这个病患的利益。然后还要有相当搭配的护理师等等专科护理师的制度一起来，对，所以我们才大家有一个默契说好，那我们是不是4年住院医师纳入，然后8年所有受雇医师？结果你现在说109年要全部纳入，我现在问题是说你做得到吗？报告员，这个8年全部纳入，我一直没有说过这句话。
我说的是109年1月1号，那是来立法院讲的。哎、欸，这五二零之后，五二零之后讲的都是。对了，那我跟你开会的时候，当然不是五二零之后啊。但是那时候你跟我开会，难道我耳朵听错吗？我自认为我的记忆力。我没有讲过八年的，这个。但是你讲四年住院医师纳入劳基法，对不对？四年住院呢是五二零之前，我提的是四年。是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担心。对，那你我的意思，我现在没有要责备你的意思，我是说你担心。我也担心啊，我担心你支票开出来没办法兑现啊。是，所以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要快马加鞭，是，要更努力，然后各方的那个协调，我看那你的工作会加重很多，因为那个差距是很大的。对对，因为你本来是四年住院医师嘛，现在变成三年所有的受雇医师，那多很多呢，哈。最后我要跟你提几个问题哦，第一个就是我常那个捐。税跟捐哦，在我们财委会的观念，税是主要的，因为那是纳入国家公库，捐是额外的、附加的，所以一个是身体，一个是买溜啦。所以将来如果烟的捐跟税要涨，我不是反对上涨，你要多少金额大家可以谈，那没有问题。但是里面税的部分要占大宗。我举一个例子，以前有台英开始说一包烟要占25块。我一向主张至少15块是税，10块才是捐。以前卫福部的意见说5块钱是税，20块钱是捐哦。这个我们财委会的委员一向都不同意啊。所以到现在这个到现在都还没有过。那当然你们现在也还没有提出来。我只是事先跟你讲，在我们税跟捐的观念里面，税是主体，捐是附加。所以无论如果税一定要比较多，捐要比较少。那何况烟捐过去的使用。据细民意的公告之后，的确有一小部分大家对那个使用的方式是不满意的，所以我是说，如果你们将来对这个要提出的时候，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你还是要捐占大多数，税占少部分这样子的比例，财委会的委员恐怕很难答应哦。好，先让你了解。好，最后一样要跟你谢谢，就是现在国建署在我们新庄嘛，对不对？本席的选区在新庄，他是不是要移？他是不是不是要刷所在？刷去塔城街，好、哦，要刷塔城街，我紧。原来的台北湾的属立新庄医院，布立现在是布立新庄医院要盖第二栋的大楼嘛，对不对？布立台北医院。对啊，就是台北医院要盖第二栋大楼嘛，第二栋。那你这个医院将来的方向是怎么样？台北医院啊，台北医院应当是我们北部地区布立医院的旗舰医院，是应当往。大概医学中心有点困难，但往医学中心来努力。那我是要提醒你，你能够进步，能够加强医疗，对我们新庄当然是方便。可是你的竞争，你一定要做好周延的配套跟想法。为什么？因为你的竞争其实很大。是。辅大现在在盖医学中心了、啊，他那边有800多个病床，距离这个布立医院哦，距离新大概2-3公里而已啦，3-4公里而已啦，那是很近的。所以。你不是光是把这块地拿出来盖医院的大楼，当然我们新庄人是欢迎，但是你医院的经营要加强，医院的医学的这个研究师资等等各方面要提升啊。好，不然的话，我是担心说将来福大医院盖好之后，那在更远的林口有长庚啊，然后过了桥之后就是台大啊，还有土，然后如果走着往北去的话有荣总啊，所以这个布立医院在那个地方，当然我们新庄人就近受到医疗照顾，我们很感谢。但是经营要加强，不然的话你将来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医院来比了，好不 好？谢谢你。好，谢谢委员。为了节省这个各位委员的时间，同时为了表示对几位首长的礼遇哈，我们审计长、主计长还有卫福部部长哈，备询的时候不必向本席行礼，直接上下台就行了。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卫福部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是。今天是审查卫福部所属的103年度的决算，这报告啊，审计部非常用心，这里面报告里面提到第9页提到了。日本福岛核灾后了，
我们虽采行禁止辅导五县市的输台的管制措施，但真正边境的检查没有落实。请教一下部长或者是相关的署长，到底这个五县市的产品输台要不要产地证明？要。谢谢。报告委员，这个五县市的产品到现为止还禁止输台，所以我们都没有接受报验。没有接受报验，但是我们这段期间发生了很多啊，就是把它的产品的标示原产地变更之后了，就输进来。你看，从104年2月开始查获，已经有查获高达21家近400项的商品流入国内。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那段时间是我们积极查核，就是发现有一件五县市产品闯关，对，所以我们全面性每一件都要做查验，所以发生的问题。但是在那一次我们的专案之后呢，就很少再发现，只有一件或两件而已。好，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要做在前面了，不能发生他已经闯关了。那些查获的高达21家。那同样的问题跟你讨教，美牛进口啊，现在瘦肉精的规定是不可以超过0.01 ppm。那现在查获真正违反规定的超标的有几家？在我们定了这个规定之后，只有今年只有一家，其他都符合规定。没有错，今年的4月27号有发布新闻稿，查获一件是边境查获的。对，边境查获。那我跟你讨教，这个美牛的部分会不会现在只有查一件？那其他还有更多超标没有查到？报告委员，我们在边境在对针对美牛，我们是无卡，就三管无卡的方式在做管理，所以我们的查核是非常严格的。那在这几年，其实我们一直陆陆续续都有查了非常多的案子，就是查验，但是这几年来都只有一件而已。好，现在查案比例是多高？查案比例是多少？你也没有100%查，现在多少？我们的抽验原则有风险管理的方式啊。对。那我们在我们的 IFI 就是边境查验系统里头有设定，就是对于进口的厂商呢，他每一次是连续六批查100%，然后之后要是六批都合格，我们就会降到50%。所以，也是按照风险的管控的情况在做查验。对，好，我希望卫福部啊能够做好把关呐、啊，因为假设你们以后你还可能把美猪都开放进来啊，那你假设让过去辅导的这种查核的方式，那假设已经不太好的记录，万一你在美牛的进口的部分假设没有查好，我跟你讲，到时候你们的作为，国人不会相信了、啊。希望美牛的部分要加强查验，尤其今年4月27号已经查一件，那有没有所有的查完这一件之后了，查验比例除了这一家塑身公司以外，其他有没有再继续强化？谢谢委员提醒。那边境我们除了依据我们原来风险管控加强查核之外呢，其实我们在对于国内的上市产品的监测也是有在做的，尤其牛肉的部分，牛肉部分在这几年也没有发现有违反规定的。那在于标示的部分啊，在各产地国的标示，尤其是美国进口的牛肉，它必须要标产地美国，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查核的重点。好，谢谢。署长您先请回。另外16页里面的提到了，部长我没记错，你是小儿科的专家对不对？是，没有错，你是国内少数小儿科的专家。但这报告里面提到，我台湾的儿童死亡率比其他先进的国家都高了，跟 OECD 其他23个国家比较，我们很多的排名都24名。这一部分尤其部长接任部长之后了，你是小儿科的专家，尤其台湾地区出生率已经低了了，
那儿童的死亡率又偏高，请教部长有没有什么具体措施能够降低儿童的死亡率？你也清楚，很多的父母好不容易生一个小孩，而且出生率又这么低，那我们儿童的死亡率这么高，部长有没有具体措施？好，这个儿童死亡率就看哪一个时期了。我们新生儿死亡率是还好，但是比较担心的是婴儿死亡率，大概 OECD 34国里面是排21，那接下来就是到四岁，还有四岁、五岁到九岁这段期间，那五岁到九岁这一段期间，最大的死亡率最高的，事实上并不是疾病，它是交通，就是意外事故，尤其是交通事故。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当然除了医师以外，还要结合这个其他交通部、教育部很多的单位。那关于婴儿死亡率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癌症，还有这个北大的就是周产期的这个问题，是尤其先天性的问题，所以要从这个地方来着手。尤其是您没有错，您刚刚提到了一到九岁的部分死亡率相对的高，排名是24名了。希望部长能够强化这方面，因为台湾本来出生率又低，那儿童的死亡率又高啊。其实这部分也希望部长能够这方面能够多加注意，能够挪用更多的经费来做这方面的防治。是，好，谢谢部长。另外有关刚刚委员提到了烟品健康捐的部分，以去年为例就有高达327亿，但是你看到结已还有119亿没有使用，所以我跟你讨教，现在的有没有建构一个专属的网站来公告他使用了类别跟执行情况，有没有，现在有没有专属的网站？包括员，这个有的部分结余，有的部分是不够，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新的办法出来，就是让它比较有弹性来运用。这个那这个一定会公开来，已经都公开了。那有没有一个专属的网站？专属的有。在国报告委员的网站是在这个国建署，那所有的内容我们都有这个依据去年104年的决议。在上面做公开的这个，有没有比照啊？公益彩券的相关盈余的项目执行情形有没有？哎，我们所有的项目都在上面，可以在网站上找得到。有比照？有比照。OK， 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药品价格的问题。药品价格，我们当然从102年底、102期有实施全民健保。保险药品费用的比例的目标的执行情形，但是执行起来，你看执行的结果，101年的比率是25.11，到103年底，药品的价格使用的金额反而占整个收入又高达26.1%，这一部分卫部有没有办法进一步来改善？这个第一题就是药品目标制这个部分呢，前几天这个健保会有讨论过，他们认为这个成效是不彰的，希望我们再做改善，就明年就做到今年底嘛，那明年是不是要用新的办法？这个我们正在研拟当。那初步有没有一定的目标，能够占医疗费用比例？部长有没有一定的有政策上的目标，希望把它降到某个程度？希望到25%左右了。哎 ，OK， 因为外界也在质疑药价黑洞，尤其药价的浪费啊，其实造成整个健保很重大的一个沉重负担。那其实外界也在批评。那假设我们自己能够把药价控制在合理的程度里面，我在想外界可以减低外界的批评，另外。也可以提高我们相关的效率，希望部长这部分能够加强。好，好，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请赖世葆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啊。主席，各位先进，请一下主机长吗？委员好。
你这官做这大，无来这发挥一下嘛，这个歹势哦，所以给你发挥一下啊。在里面也很危险。这个你可以看哦。这个上一次每次来我都问你这个问题哦，虽然外界没有很关心的，可是我蛮关心的哦。每次问你一次，我们的 GDP 的预测几乎就掉一次，每次问你一次就掉一次。然后现在最新的又是掉到剩零点多而已。啊，有人预估哦，50%的机会哦，它会负我成长。这个东西啊，你专家你来讲一下好不好？我对那个中研院的那个前天公布的我是尊重，不过他们的那个信赖期间太大了。由从负的一直到正的一点多，啊，这个是也许会引起民众的一个什么那个会说信心的问题了。可是另外富邦也这样预估啊，啊，富邦也这样预估啊，富邦金。现在百家争鸣了，我们都尊重他。不过我要跟委员报告，我们估计的，我们原来的估计，我们第二季的成长率是正的0.48，那目前。这个比例是可以达到的，我只能跟委员这么说。我们原来的估计说第二季是0.48，第一季呢？第一季是负的0.68。好，负的0.68，正的0.48，还是负的，加起来还是负2啊？那个对对我们原来的估计，那就变成是第三季、第四季要增加很多。第三季我们原来的估计是1.97，第四季我们原来的估计是2.337。那现在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不会有影响吗？就是短期不会 有影响，那个长期的是一个金融面的影响，而且根据一般其他国家的那个经济预测，即使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国际间预计全球大概经济成长率大概也是有那个2.6，大概也有2.6了啊，去年是2.5。啊，美国的话，去年是2.4，今年他们最新的预估也是1.9。中国大陆，他们也是估计还有6.5%，他们去年是6.9%。谢谢。所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说全球的经济是会放缓，但并没有说所谓的会衰退的。那我们这个的话，就会影响我们的出口，不会在我们认为说目前。并没有说会大幅的衰退。我们那个官员常常用讲说我们的普选部位不高了，用这个来讲影响不大哈。对。可是这个影响是全面的，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转一个弯，它要去欧洲的这一部分我们并没有算起来直接的部分。对。所以这一部分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对，也必须跟委员说明一下，因为大家现在对英镑、欧元。比较失去信心，所以他们的外汇会去买那个美金跟日元，那促使美金跟日元可能会升值，啊，升值的话，就短期来讲会有利于我们的出口。谢谢。好，你请回哈。谢谢。我请一下林部长好吗？喂，你好。来，请教部长啊，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啦，哈！我看前面几位委员也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哦，就医师纳入劳基法的这个相关的题目哈。那我们的劳动部啊，最新的解释哈，是连续6天一定要放一天，也就是说7天一定要放一天了哈。这个对医生怎么运用啊？怎么用在这里啊？虽然你不用劳基法了哈，但是他那个精神你要去用嘛，因为大家看到就是医生过劳问题，最近有这个问题，过劳的问题产生病，甚至于中风了，甚至于怎么样等等的哈、哦。你当然是医生出身的哈、哦，你比方用那个啦，过去的卫生署的长官都说哈、哦、啊，因为我们都这样过来的哦，这句话不能这样讲了哈、哦。来，部长啊，我看过我们这里有连续工作32小时，连续工作36小时，连续工作39小时。所以医师的每周是超过100小时，是比比皆是啊。换句话说，让医生每7天里面有一天放假，其实这个规定哦，这个规定是有它中间有它的落差啊。因为医生是连续工作，他所谓的工作6天一定要放一天，他是一天工作8小时，是不一样的哦，对不对？所以他一个礼拜就48小时一定要放假嘛啊。可是医生是每周工作超过100个小时啊，你要怎么讲？目前的规定呢是工时是八八八工时了，就是一周
88小时。那现在今年度的医院评鉴看起来，大概大部分都有负荷了，尤其比较大医学中心都可以。那外科体系特别辛苦了，那不过如果七天休一天的，这个对医生来讲大概不会很困难。但是刚才提到每周工时超过太长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已经很积极的在，我提出的是109年1月1号所有的受雇医生全部纳入劳计划。109年，那就是在3年半，全部都是所有的受雇医生纳入劳计划。对，那是什么样的 picture？ 那个是这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就工时，第二个就是说好工时是多少？48。工时不会，这是以84条之1为基准啊。基础是84条之1，一个礼拜工作84小时。目前的规定，我们的规定是88小时，但是如果真的要进入呢，可能会从80小时开始了。80还是84？一周80。然后逐年一周八十除以六，因为你只能工作6天嘛，所以一天是一周八十除以六，一天要工作10几个小时，要工作13个小时。对，但因为它包含值班呐、啊。对了，你这样子一天要工作13个小时，干那个没太凶，这个东西对我对一般平常对吧？你说一天80嘛，哦，80除以6嘛，因为六天一定要放一天嘛，对，六天一定要放一天，对啊，这是劳动部最新的一个规定呢、啊，六天放一天呢、啊，六天放一天，是不是？所以你一周工作80小时要除以六啊，没有错啊，不是除以7啊，除以六啊，对不对？那六是多少呢？那就是80除以6啊。因为报告委员，美国目前的对啊，所以每天就是13个小时。对，美国目前的医师的工时就是80小时了。嗯。那加上啊，如果训练了、啊、其他的部分的加起来可以到88。那当然，日本是住院医师的部分呢、啊、是比较低一点。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但是需要很多的配套一起来做。另外一个，其实啊，我讲一个东西啊，对。有些大牌医生不见得喜欢听了、啊、哦，我觉得那个规定每天看诊的人数要规定一下吧，有的一天连200个、300个，这是不是？目前是有合理门诊量的规定。多少？这个看这个合理门诊量是健保的给付，你在40人以内就一定，超过就一直减。这个你们能不能像学香港一样啊，规定每一个给每一个给一个 patient 他几分钟，最少几分钟，有没有这种规定？就每一个 patient 应该比如说给他3分钟，给他几分钟？对，这个三分钟，这个有啊，香港是这样规定的、啊。对大牌的医师，确实因为也要改变民众的就医习惯，因为他就是要给他看，所以其实大牌医生很辛苦，早上门诊要看到下午2、3点，其实也是很辛苦。你客气啦，现在看到下午2、3点，看到晚上7、8点、8、9点啦，8、9点去了，不是2、3点了、啊，8、9点了、啊。你去看实际情况啊，8、9点了、啊。像你这个大牌医生，你们敢讲你啊？你都看到8、9点去了、嗯，对吧？一直点头。啊，部长，这紧排处理的哈。是。所以就是109年，那么每个礼拜80个小时，也就是告诉我们全国大众，我们的医生那就是每天要工作13个小时，快14个小时。这个是铁人嘞，以前写铁人嘞。这个部分哈、喔，我个人的虽然是定在109年1月1号，但是我个人是希望科别可以有差别的，就有的科别可以工时就定低一点。那个日本的福灾的食品是不是确定年底要进口了？没有，目前没有这个，目前没有这个规划。我们的这个食药署里面是沒有這個規劃。啊，我们的驻日大使谢长廷的公开供啊。但是在、我们的食药署里面是没有这个的规划，对不对？谢长廷谢大使公开说啊，年底以前要解决日本福灾县市的食品进来台湾的问题啊，他都公开讲了。啊，你们没有时间表？没有，目前没有。什么情况可以进来？什么情况？就是我们的部分是负责这个。风险评估，健康风险评估，如果真的进到是后段的这个管理，来要不要补充一下？署长要不要补充一下什么的？来，是报告委员，到现为止呢，我们还是维持42县市准进口，而且要有双证件，就是产地证明
跟某些跟辐射量证明，对，某些县市要有辐射证明。嗯，五县市的产品目前还是禁止进口。什么情况你们会考虑让它进来？什么情况？那是除非它的产品对于保障国人的使用的安全的疑虑灭失了，那我们才会准予进口。我要提醒啊，也要拜托几位我们卫福部的长官哦，这事关人民的食的安全、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利益可以拿来换的，没有的。我们绝对捍卫国人的健康到底哦，就是如果呼噜呼噜就用政治来压榨你们、压迫你们哦，我们也不能接受。所以这一部分呢、啊，你们没有点头之前，没有说这个安全。当然你们讲过嘛哈，不要进口就绝对安全了哈。所以在目前来讲是安全的了哈。最后一个哈，我有一个小问题，那个长照的进度怎么样啊？长照进度、啊？长照目前是行政院成立长照推动小组，已经要开始要讨论。那我们的长照法通过了，只是没有长照保险，那但是可以启动了。他们是用这个税收的问题等等，所以你现在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已经看到一个影子了？长照法的启动是明年的6月。对，那这个中间呢很重要的就训练人员，还有把这个建制它的这个资源，另外就是法，这个法它有好几个八九个执法，还有一个法人法，哎，什么？所以希望在明年6月之前能够通过啊，做好，是不是？对，然后就上路，所以预估明年6月上路，长照真正的上路。啊，目前在做，你不要讲太快哦，已经长照十年。马上王龙章委员就给你打枪哦，哎，来，哎，明年6月上路吗？不，那个上路是长照服务法的上路，哎、那其实长照保长照。十年已经做到今年底了哈，接是长照2.0。这一部分给我一点资料好不好？好，给我们蔡委一个资料啊。好，会送过去。就是目前进度做到哪里啊？好，谢谢委员。好，下位请王龙章委员。主席、各位委员，主席麻烦我请我们林次长，林部长，抱歉，谢谢。好，请林部长。委员好。哎，部长早。部长，本想请教你啊，就是我们长照服务的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已经确定是朝向我们的税收制来进行。是。这个部分的话，到目前为止，您知道的就是说情况有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我的了解是没有改变的，而且目前很多的税收的这个税源呢是在长照推动小组里面做讨论。是，所以就是说目前没有可能改变。那在可预期的将来，好，就是至少就是在民党政府未来的就是说4年里面的话，有没有可能再做改选一张，再做就是说再把税收制改回到保险制，有没有这样的可能？目前就这4年是不会改变的，未来是不是要参考其他国家就混合制的？那是以后再看实事的情况。至少在这这4年里面不会做这样子的考量嘛，所以媒体上面有这样子的讲法，事实上是一个误导。是，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本席想要请教，这样子的就是说政策的目标方向，好，法已经非常的清楚跟明白的情况底下，我想请教我们社会保险师，好，为在网络上面的就是说专区里面，为什么还保持着就是说对于长照保险，包括懒人包啊等等下载这样子的服务提供，好，那然后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在就是说。还有包括长照保险相关的研究啊等等，这些通通还在，就是说网站上面，我们在保险师的就是说网站上面都还提供民众下载。本期没有讲，就是说这个过去的历史要把它完全取消，好，这至少我们过去做过，好，
那个在历史资料的查询还有等等的话，那个都可以，但是它已经不是我们主要政策的目标了，这一个部分的话是不是应该要做相关的改变，把我们最新我们政策目标要做宣导的这个部分放在里面，是不是应该如此？报告委员，目前在我们的长照专区里面的属于这个长照保险的部分的东西，我们大概都把它挪到另外一个叫做历史专区的地方，所以有关长照保险的东西现在在历史专区的地方，就代表过去有一段时间曾经有过这些。不止啊，你们在这里面，我在昨天的里面就还看到我们的长照保险规划研究报告研讨会等等这一些的资料，哦，就说也还在你们的主要网页上面。因为前一阵子我们曾经把它整个就是属于长照保险的，我们都把它移到历史专区。好，这个部分的话，希望就是说我们部里面能够就是说再检讨，因为不止在保险司里面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我们还是长照保险过去保险的规划还涉及其他单位的业务。好，那同样的就是说情况里面，我要请问部长的是，我们在人力的上面，好，我们现在保险司里面有两个科，过去是在做长照保险的相关的业务跟规划。那既然就是说保险的这个部分有改变，人力上面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来做规划？对，目前我跟他们做一个适度的调整。第一个呢，先把人力抽出来一部分呢，就是放到长照推动小组的幕僚单位。第二个，以前呢，我们的长照是在这个卫政跟社政分开了，那现在是将尽量想办法把它结合在一起。那社会是社保室的部分呢，现在完全投入在这个长照的资源的。我们希望就是说，在这一个部分，我们重新做一些检讨，好，就是无论在保险师的这个部分，那然后在我们的照护师，好，乃至于我们社家属相关的，就是说人力，我们的人力的配置应该朝我们的政策方向跟目标上面来做相关的配置跟规划。那同时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部长也可以责成我们相关的同仁，对于我们处务规程啊，卫生福利部的，就是说处务规程，事实上也应该适度的来做，就是说调整。我们在处务规程里面还有很多的，就是说的内容，事实上是朝社会保险的这一个部分在做规划的，好不好？好，好，那一次我想，从刚刚的询答里面，那部长大概对我们的长照的实际服务的状况不是那么了解。那了解的是我们刚刚调来我们的吕次，好，我们的吕次长，是不是请吕次长能够的上来，好不好？那部长您就请回休息。好，次长，委员好。次长，请问哈，就是说我们在无论在生权法或者在长照里面，我们基本上都有提供所谓的就是说照顾服务的这个部分。我们之所以提供，好，本席在以我过去的就是说工作来讲，我非常关心在身心障碍的这一个部分的照顾服务。好，我们的照顾服务的提供主要的目的是什么？维持他生活智力，尽可能维持他的生活跟生命嘛，是，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在相关法规里面就生命的维持责任。好，也生活的智力。那本席想要请教的是，如果我们提供这些服务是为了障碍者的生存，好，跟他的生命，那然后同样的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的话，也就是说另外还有按照每个人的状况障碍程度等等有核定他不同时数的服务，好，按照他实际的需要，那我想那个前提也应该是生命跟生存的需要。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本席想要请教，我们为什么在国定假日有放假的这个部分，好，这现在的话来讲有12天了，当然目前就说有争议，
劳工希望就是说另外只纪念不放假，在没有修法以前的七天也能够就是说要回来。就目前我们在实施的这十二天里面的话，为什么我们要求使用者哦，为什么要加倍付费？为什么要加倍付费？简组长回答。好，简组长回答。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国定假日的时候是劳工如果来提供服务的话，那基本上他的薪资是应该要加倍，所以这个部分是依照。好，本席请教你，你说劳工应该就说啊，不，这个我同意，我也赞成，这是我们劳基法最低的劳动条件的保障。对。好，但是使用者，哦，接受服务的人是不是这一个服务人员的雇主？他有义务要付加倍的费用吗？我想这个部分会涉及到整体长照经费的。不是，我们先经费是一回事嘛，我们先讲逻辑上面应不应该。署长，你不要忘了哦。好，我们在例假日，我们也用水、用电、用捷运、用公车、用高铁，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有没有加倍收费？基本上它是因为这是民生的基本的需求啦。是，你讲的这个是重点，民生的基本需求。所以就是说刚刚也在前面先确定嘛，好，我们之所以提供障碍者照顾服务，是为了他的生命跟生存，不是吗？这不是基本需求吗？为什么我们在这个部分对使用者来讲要加倍的收费？不单单如此啊，好，市长部长就说在这里，我们即便加倍收费，事实上服务都没有办法提供啊。本席跟我们署里面调过资料，在今年的春节的时候，很多县市的服务数是挂零的。不止如此啊，我想市长您非常的清楚啊，在很多的这个不要讲说在例假日，我们在平常日，包括我们政府核定的服务时数，事实上都没有办法完全提供跟满足啊。就是我们已经核定按照他的障碍状况，我们核定给他的照顾服务的就是说时数，在这里的话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我们的政府罔顾障碍者的生命跟生存？严格来讲，是不是会是如此？我想这个是会报告委员呢，这分两个层次来讲哈。第一件事情，政府绝对没有罔顾身障者的这个生命的维系跟尊严哈，或者是照顾啊，这是第一个原则，这确定。第二个原则是我们会来研究，我们会来发现有一些不合理在劳工的权益啊，就是跟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照顾之间，我们会来研究看看是怎么样的方式比较好。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同意要重新来做相关的检讨？是。然后我们的社家属应该要掌握各个县市服务提供的情况，我们不能够，让障碍者在生存跟生命维系的这个部分的话出现问题了，是那特别就是说在这里面一个部分，我想特别要提醒的是，现在在讨论国定假日，这一个部分的话，我支持就是说我们劳工在这个部分的争取，好，包括就是说我们现在作为在法没有修订的时候，在这个假日，好，那七天的假要还给劳工，好，但是它所造成的就是说问题跟影响，对于受服务者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应该要就是说预先做好就是说相关的准备，那让我们的服务能够没有间断的能够持续下去。我们会维持这个就是劳动的劳工的权益跟身心障碍者的照顾品质，我们回去重新来研议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好，相关的这个部分相关的就是说检讨跟进度的话，麻烦就是说我们在进行的时候也随时召会我的办公室，那让我们能够了解。那本席这边有关的身心障碍者相关的就是说意见也会持续的提供，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努力。好，谢谢。好，谢谢。好，下位麻烦卢秀燕委员。
主席，请部长，林部长，谢谢。委员好。部长辛苦了，部长。这个去年底到今年初，那台湾的这个流感的情形很严重，也死了不少人，甚至死的比 SARS 时候还要多。那所以我知道，从在今年初开始，你们就有点扩大，在调整你们流感疫苗注射的一些政策跟方式。那所以现在已经要进入七月份，明天要开始进入七月份。一般来讲，流感大概在九月、十月开始注射。所以你们让我们国人了解一下，今年我们流感疫苗准备了多少？往年大概都三百万剂左右嘛，哈。那今年准备多少？第二个，你现在准备的这个施打的对象大概是哪些人啊？那第三个，就是说你这个今年打的类型是什么？因为流感很多型啊。那有些人认为说，政府如果没有预测准的话，做下子疫苗不好，速度不好啊，哈。那所以这几个问题，能不能请你答复一下？好。往年我们都是准备三百万份，今年是已经准备了六百万份，而且全部到了。那今年增加了，已经做好了，所以没有缺货的问题。没有缺货，已经都买到了。是。那第二件呢，就是到底扩大到哪里哈？除了小学也扩大，那以外呢？小学六年级之内都可以打，以下都可以打，还是到几年级？到高中。到高中啊，所以今年。流感的话，高中以下的小学生都可以注射。还有，那一般在学校打的那个接种率比较好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应当会好。我们比较差的是65岁以上比较差。那其实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就是有那个潜在性疾病、但重大伤病的这些心脏、肺脏的这些人更重要。所以今年50岁以上有重大疾病的就全部纳入。是他需要开以这个重大疾病证明吗？还是只要50岁以上，那他觉得需要就可以来注射免费的流感疫苗？就是能不能讲清楚一点？那有些人他自己觉得他需要，他就可以知道他是在政府的一个免费范围内，否则他要去自费。对，去年是65岁以上全部纳入，今年就50岁以上，50岁以上全部纳入，50岁以上全部免费。对。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很清楚的描述啊？今年注射疫苗的是高中以下，以及50岁以上全部免费，是这样子吗？第一个再跟这个高中子以下全部纳入，50岁以上是要重大伤病，要重大伤病才可以啊，要有我们有定，我们有定几个疾病呢？就是要属于这些范围之内才可以。譬如说，你们说明譬如说说明一下，因为这是很民生议题，我想大家很关心。这个主要是癌症的病人，或者做免疫这个抑制剂治疗的，高血压啦，或者糖尿病、心肺疾病的这个。高血压也算。慢性疾病。所以不只是重大疾病，慢性疾病也在内。50岁以上有慢性疾病的这个病例的。有看过病的，或者是这个重大伤病，或者是慢性疾病都可以，是这样子吗？我能不能这样子讲，就是慢性疾病以及重大伤病的。OK， 那这个是对，所以今年比去年增加了一倍的这个剂量。是，那既然你们这疫苗已经准备好了啊，我建议你在你们的官方网站上。把可以免费注射的对象捋列清楚，譬如说刚才讲慢性疾病是哪些慢性疾病呢？重大疾病又是哪些重大疾病呢？它需要减负什么样的证明文件或者资格呢？让大家很清楚的描述。那所以今年也是预计从十月份开始打吗？对，也是从十月份开始打。好，那今年的你们的这个预算这方面的准备都没有问题，因为你现在还要给除了。过去你们一年编3.2亿三百万剂嘛，那今年编600万剂都已经到货，我想你们预算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叫做诊疗费嘛，那这个预估还要多出4亿元左右，要动用第二预备金。那这部分是不是也已经准备了？没有问题，所以希望各诊所、各医院全力来配合。是，流感疫苗注射，这个诊查会这个已经编列好了，所有的600万剂全部工会的都有。好的，好，谢谢。第二个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两天有个消息出来哈，董事基金会开记者会说，日本呢已经关掉了4座烟厂，
他们现在以邻为壑，那么在台南登陆，那所以呢，新政府啊，他们邀请新政府的高官啊，然后去县地会勘。那听说你们卫福部拒绝，但是其他部门去，那我第一个我求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有此事啊？有日本的烟要在台湾设厂，而且是在台南，而且邀请你们去参与新政府联合会勘。那听说你们的听说你们哪个单位已经拒绝，是有这回事吗？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国建署来回答？好，谢谢，麻烦一下，尽快。委员好，是我们有被邀请，但是我们没有参加。所以第一个这是事实。那你们没有参加，那哪些部门？听说经济部、环保署，那个卫福部，这三个单位都有邀请。那现在你们不去，那这个环保署跟经济部都照样去哦。委员，因为我们只是被邀请，所以这个部分可能……那这很离谱哎。那烟啊，他自己日本关了四座，结果邀请我们去，然后除了你们有点敏感度以外，知道那是邪恶机构、邪恶设施，那结果其他部会还去，欣然参加，这新政府怎么回事啊？一上任不到两个月，欠税大户要把他放走，邪恶设施日本烟厂要让他设立，还公然去参加他们的考察，然后这个劳资双方罢工问题以及我们这个那个放假问题搞得乌烟瘴气。那所以今天从你们口中就是证实新政府配合日本的烟商到台南去考察，那公文给你们，但是你们是拒绝去参加的，你们拒绝理由是什么？基于这个健康促进我们烟害防治的一个立场，那我们是有倡议说希望能够大家都一起。那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他如果要来设厂的话，你们卫福部会不会跳出来坚决反对？然后你们要求要环评，你们要健康评估，那是你们会站稳你们的立场吗？设置这个部分，因为不是我们的权责，那为了这个全民的防止烟害，我们会站稳我们的立场。谢谢。对不起，你说为了防止烟害，咱们我没听清楚。我们会站稳我们的立场。你们会站稳你们的立场。我们会提醒，就是烟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防范的。是啊，你看你们今天的决算，我们抽了那么多的税捐，那大家来做烟害防治，结果呢，我们防治不好不打紧，我们还要让日本来登陆，还你们公然收到公文，请问这个公文是谁给你们的？委员，这是财政部的公文。所以还不只是经济部，还有财政部，还有环保署、卫福部，太离谱了，还政府帮他们发公文。我们现在哪个国内的小厂、中小经济规模厂商或大厂商，我要政府来帮我考察，帮我县地会勘呢？还政府帮他发公文，会不会太离谱了？荒腔走板。这个政府怎么回事啊？这个新政府怎么回事啊？你还去帮日本烟商发考察会刊的公文，要求各部会配合参加，太离谱，太离谱了。所以我们希望，不但我很高兴你们卫福部能够站稳立场，但是因为不是你们主管，你们不但站稳立场，而且要跟他拼了。如果今天其高层给你们施压，要你们这个妥协的话，绝对不能妥协。我觉得这实在太离谱，所以我今天证实这个事情哈。请问是日本哪个烟商啊？这么大的能耐、政商关系，有办法让行政院跨部会去帮他会刊？是日本哪个烟商？委员，因为这个最主要是权责，因为设置这些烟厂，这是财政部的权责，所以是不是有？单位把给你们的公文给我 copy 一份给我哈，是，这不是机密公文，这是公开的公文。那所以
决算也涉及到公文，所有的这些影印纸都是涉及到决算，把这个公文公开给大家哈。好，接下来我再请教一下哈，部长，因为这个八月初这个奥运，巴西奥运就要开幕了哈，那资卡现在很严重，所以这个澳洲的选手、美国的选手、很多国家选手，那他们表示说他们要退出哈。那台湾的我们的国家的代表队都很勇敢，大家都愿意全力以赴为国争光。那我昨天问教育部，他说他们第一个梯队7月22号要出发，那部长的话大概在7月底要出发，那八月初就会开幕了哈。那几百位的队职员，那这个要出发去，那我不晓得我们在这个有关于兹卡病毒的防范或各方面，卫福部有做怎么样的一个协助，其实、这个、保障这些队职员的安全。因为队医是刚好是我的同事，我也跟他好好沟通过了哈。因为兹卡病毒最重要还是防范这个蚊子，那不要被蚊子叮到，要带着我们说我有认证过的这个防蚊液过去，长袖的长裤白宿舍的哈。那这些还有回来之后要一段时间，因为后来证明这跟性行为有关系，所以回来之后运动员跟男运动员一定时间是不能有性行为，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跟我们的队医都有讨论过。是，可是我昨天看教育部他们哈说最近他们部长要亲自出来开记者会秀一下，我昨天有看到他那个运动服的样式他们有把那个图片给我看，他们说已经做好了，但是部长自己要发布他那个上衣根本是短袖的，你刚才在讲就叫他们穿长袖的，结果他们那个除了外套是长袖嘛，对不对？但是里面的服装，除非穿上外套，否则的话，根本都是短袖的。那跟你刚才讲的就不一样啊。这个、那所以教育部是不是根本没有好好咨询你们，衣服做错了？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衣服？这个我们会再跟教育部跟他们一点建议的，我们也有黄医师会过去，那这个是不是运动的时候 要用短袖我就不太清楚，我们会跟教育部再做建议。对的、教育部很好笑啊，他们把这个事情当作部长走秀跟这个起手式啊，所以啊那个昨天那个衣服那个图片我看到了，但是就不肯拿来给我看，记者们好好去追一下看看他短袖的衣服跟林部长讲的要穿长袖是不一样的哈。好，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下一位请于婉如一委员，谢谢。主席好，各位委员好，有请部长。委员好，部长早哈。今天早上有委员哈开公听会，希望说能够开放中国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学历的这个采认啊哈。我想问一下你们的态度目前是什么？目前我们态度还是五步政策了，就是不会开放大陆的医学生会回到台湾职业，是因为现在毕竟争议还太大哈，希望说就是先不要开放是哈。那接下来我是想要请教部长有关这个哈偏乡医疗的问题。是，好，那我们这边有一个资料整理，好，就说目前台湾有高达21个乡镇哦，这个医疗资源是极度缺乏，甚至有2个乡镇连4年是没有医生的无医乡哈。那我们看到就说。那这两个乡镇主要是嘉义县大埔乡跟金门县乌丘乡，蝉联4年无医乡。那全台有13个乡镇连续4年为医疗资源缺乏之乡镇。那在这边的医生，平均他要诊疗的这种人数是都会区的医生的大概11倍哦，11倍哦，这个比例有点大。那 WHO 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大概平均一个医生是照顾1000个病人啦吼。所以我想问一下，说像这样的一个偏乡的医疗资源缺乏，过去这4年卫福部有哪些措施？有没有检讨？对，这个偏乡，我们目前当然也有一个叫做无医村的计划了，就是选定几个没有医师的这资源不足的地方来做。第二个，
以离岛来讲，刚才提到的金门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觉得应当是把资源送进去，不是把病人后送回来。所以目前我们一个叫做 IDS 的计划健保里面，那我意思是有叫做医中资源，就医学中资源偏向医疗的计划。那目前在澎湖看起来已经非常好，他们自而且他们自己的在地养成的工会生，目前都可以撑起自己。我们希望往这个次专科来训练之后，整个澎湖医院呢就可以由自己的子弟来撑起来。那目前金门的情况也已经改善，但是本地呢，本岛的这些偏乡呢，像儿科、妇产科是特别严重。那儿科目前我们有一个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儿科，由儿科医师来看的急诊，这个计划已经开始在要开始了，所以以后每一个县市都至少有一个儿科看的这个急诊。那妇产科是妇科还好，这个产科呢，我个人是希望产科跟我们的助产师呢可以做一个共照的计划。那这个我们陆续会也会花很多心神在这个偏乡还有离岛。那我想就进一步要请问，就是说哈，资源送进去很重要啦哈，但是就说怎么留得住，这是我下面一个要讨论，就是跟部长就教的问题哈。我知道说你们有编列这个重点科别公费生培育计划，那就是希望能够补足偏乡这个医疗资源不足的计划嘛。可是这个计划呢，光是培育，而且它是105年才开始实施，光是培育一个学生，简单讲要10年。那这个10年的空窗期，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衔接计划？这是我第一个要问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好，我们看了一下，就说事实上过去你们也有相关类似的一个公费生的一个计划，可是呢有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好，第一个问题，公费医生他缺乏谈判的筹码，经常遭受到片面的契约跟动。那第二个是说，公费生契约满了之后，并未留在偏乡服务的比例很高。那还有就是说，最缺人力的五大科留任的几率是很低的哈。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把资源送进去很重要，但是真正在于说，我们怎么留住这个人才。所以我想请问部长说，在留才的地方，你们有没有检讨，有没有做法？这个新的这个工会生，我们工会生分两种，一种叫一般工会生，一种叫在地养生，就是刚才提到偏乡离岛的。那偏乡离岛做得很好，所以继续。那一般工会生停掉的最大的理由，因为他的留任率只有2%，那偏乡一般偏乡的这个是70%，所以这次的新的工会生就是把这个缺点去掉，就是完全训练之后呢，他要服务满6年，两个都是6年，6年之后大部分都会想留下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改善了。第二个，我们是给他专科全部医学中心专科训练完再出去。第三个，刚才提到这个一定要改善他公卫生的这个劳动条件，他的谈判的筹码。那这个第一个，这个我们医师纳入劳基很快就会实施。第二个，最近大家比较注意是我们台东的布利医院，那目前我们已经处理了。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公卫生去的医院呢，院长要特别照顾我们的公卫生。了解哈，那就是我看一下说，你们在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说，重点科别住院医师的这个补助计划哈，它是有个 KPI 哈，但是目前这个 KPI 呢，主要是在于就是说哈，第一个五大科别住院医生的招收率，在招收率哈。然后第二是说降低五大科住院医生的转科率与增加留任率吼，但是我这边其实是希望说吼，能够把这个期满训练后留任的5到10年率列为你们的 KPI， 不知道部长同不同意？对，这一次要改进的就是留任率最重要，所以我想列入我们来做考虑。对，因为我们最重要是建立那个环境嘛，吼。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留任率提高，不但医生愿意留下来，病患其实实质的福祉也会改善很多，吼。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吼，
我们发现在这个桃园市云林县还没有依法订定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评鉴跟奖励办法，还有这两个县市哦，因为依照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的第84条，主管机关应办理辅导、监督、检查、奖励及定期评鉴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并公布评鉴报告及结果，其评鉴对象、项目、方式、奖励办法等由主管机关定之后。那这个法在民国100年11月30日修正，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想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单位，就是这两个地方县市还没有定？好，这个我们一定会来努力来跟地方协调。是，那过去的问题是什么？是不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因为现在儿少福利儿少安置机构哈，目前除了像台北市这种自办的以外，我们全部是中央联合评鉴。好，所以在地方他们就会加入中央的联合，因为我们自己也有4家的儿少机构部署的儿少机构，所以这个是联合评鉴一起会去看、嗯、那我们大概就3年去评一次、嗯、那儿少机构在去年评完了。是，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过去看起来是空窗期，但实际上是你们在做联合评鉴把关，是这个意思吗？对，我们整个是全国联合评鉴，除了像台北市这种他们自己有自办的部分他们自己走，那我们只要地方政府他觉得要跟中央一起来评，那大多数地方政府都进来。好，了解。好，好，以上谢谢部长。谢谢委员。接下来请洪慈庸委员质询。我们请部长。委员好。哎，部长好。今天很多人哦，应该是楼下哦还没有办法开会哦，应该很多人来到这个会议。好，部长，我想哦，你应该都知道说这次华航的罢工嘛哦，就是上礼拜的事情哦。那很多人就有提到说呢，这个罢工哦，下一个可能是医护人员。那医护人员其实他们也讲了，他们不是不敢罢工，他们是舍不得病人哦，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哦，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敢。好，那所以我就要说，其实卫福部跟医院哦，长期哦就是拿着病人当肉票，然后让这些医护人员哦，就是加长他们的一个工作时间，那压榨就是医护人员的劳力哦。其实这样的行为其实，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在新政府上任之后赶快去做一个调整哦。那现在呢，我们去查一下资料哦，就是去年台北市18家大型医院的劳检，好，这个劳检18家全部都有违规。好，那其中呢，18家里面有16家是加班不给加班费的违规的一个太阳哦。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哦，部长，今年的这个医学中心的一个评鉴哦，有没有把劳动条件把它放进去？今年的评鉴。劳动条件，这个是平常如果劳动检查有问题的，我们就我们一个叫做这个严重疏失的这个评鉴会去做，不一定要等到4年一次的这医院评鉴。对，但评鉴里面有没有纳入这个项目吗？评鉴就是我的了解好像是没有特别啦，没有特别，但是它本来就列入年度这个督导考核之一了。是，但评鉴里面没有。哎，幕僚有确定没有吗？报告委员，我们目前的做法是会直接做程序上的联动，就是会把劳工局的检查结果回到我们这里的评鉴作业，然后由评鉴的委员针对受罚的医院的人力的情形做一次的查核，这样子。所以这程序上已经有纳入。程序上有纳入、哦、是我机关是配合的，对，彼此合作。好，因为我认为哦，在这个医院的评鉴里面，劳动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哦。那明年整个要做整个就是调整了、哦、评鉴的调整，我希望哦，这个劳动条件一定要把它放进去哦，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把关哦。所以这个部分我再提醒一下部长。那
接下来我就要问到说，七月五号我们要继续开这个医师纳入劳基法的一个协商哦，就在下礼拜二。我们从四月底五月初时代力量提出这样的一个提案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哦。那上一次的一个协商是说，要再让我们卫福部，我们意思是在这边再回去讨论说，接下来这工时的一个指引哦，它每一个科别它应该要上班的一个工时有多长，要回去做一个讨论。好，那我要提醒部长的是说，下礼拜二就要协商了。我们希望在下礼拜二协商的时候，看到卫福部拿出有用的资料来跟委员做讨论，不要再继续拖下去，就说啊一年做不到，因为我们上一次的会议的状况是，我们讨论说多久的时间可以做好这个指引。那什么时候可以宣布开始实施？哦，那这部分我们请卫福部带回去了。那下礼拜二我们要看到的是实际讨论出来，不是说行不行，然后又在那边打一个混账哦。所以这边我再提醒一下部长哦。那我又要讲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医疗的劳动环境不佳，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我们的一个健保的财务的问题。好，那在不可能调整健保费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现在是用二代健保来舒缓这个财务的一个困境。好，那我就要讲说，在102年我们实施二代健保之后，其实我们102年跟103年现在，因为我们的一个健保法的第三条有规定说，政府的一个健保的一个负担不可以低于36%，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积欠的健保基金636亿。好，那这一笔钱哦，补足了没有？这个我觉得就我们要分那四年要编列，所以有预计要编了吗？是，已经编了嘛。好，部长，如果你这个有困难，我们可以请幕僚或署长。报告委员，这个部分已经都分四年编预算，那105年已经编了157亿，会归还。所以105年、106年、107年、106年就分别编列了。是，预定都会如期编列。好，所以就是已经编列要还这笔钱哦。那我就要问说，这36%的这个差额补助，它一定会逐年增加哦？那有你们的报告里面哦，其实你们这个增加的比例也不算低哦，到109年哦，这个预估会有969亿。这样高额的一个要去拨补的一个金额，那从今年开始，可能每一年会有500到900亿左右。那这样的一个预算呢，卫福部这边哦，接下来真的可以补得上吗？如果每年的一个差额都这样一直扩大的话，这个部分是一个财务的预估，那当然财务预估有它的很多的因素，不过就卫福部的立场，我们会尽可能的争取应该要有的保费的补助。要尽全力争取保费的一个补助了哈，因为我是很怕说，你们的报告里面也讲了，106年就会入不敷出了哈，那可能没有多久之后，搞不好又要破产，又要面对破产的一个问题。好，那现在就我们健保的补充保费的部分呢，现在一年大概有400多亿，那去年呢又因为这个选举开了一些支票，我们今年又减少了大概40多亿。哦，那这个补充保费的一个争议非常的多，那包含的像是鼓励的收入、兼职的收入，它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意见。那之前林权院长他也有说，补充保费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度，那有一些讨论的一个检讨的空间。那请问现在卫福部做了什么样的检讨？那未来的方向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补充保费那时候当然是考虑到说，原来的保费基础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所得没有放进来，所以用补充保费来让所得的基础变大。那当然，在二代健保在当初在研究推动的时候，对于保费有一些不同制度的考虑，包括一些像家务总所得。那目前我们其实有在对健保的财务做一些整体性的考虑，就是说未来我们的财务如果除了现在的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是用所得当基础的。那这部分我们都还在做研议规划中，那会适当的时候我们把它提出来，那争取大家的一些看法跟大家。大概什么时候会有这样初步的提案？我们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够提出一个初步的一个方向。年底吼，好，那年底我希望真的可以看到你们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提案，是就是对于整个健保财务的一些比较大的方向，未来可以走的方式，会提出一些初步的规划方向。好，
关于这个健保这个改革，它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我们台湾面临一个老年化的一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现在的一个老年化现在是103年是 12%， 它就耗掉了我们的健保的37%。那接下来报告里面也有讲，114年，这个老年化会增加到 20%。那这样的一个健保的裁员到底在哪里？这个部分我希望就是在今年底你们提出的这个报告里面也要清楚的去指出来哦，因为你们的报告里面其实讲的非常，我们去看的资料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害怕哦，因为如果我们一个 10% 左右的一个老年人他要用掉 40% 左右的一个健保的一个资源，那其实未来好，可能15年后30年后这健保我想应该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的那个要负担的这个金额真的是太大了。那接下来我要问到的是哦，除了健保基金之外哦，我们现在政府也欠了这个国保基金哦，在103年的时候欠了156亿，到了今年底哦，应该会高达381亿。那这一笔你们有编预算要还吗？报告委员，事实上现在我们的方式就是因为政府对于国保那一块应该负担的费用，现在大概因为周转的关系，所以我目前大概会在次一年度编列预算去补足上一年度的。当然我们在尽量争取说能不能同一个年度里面同时把应该的钱都能够处理完。不过这个部分因为牵涉到政府的财政的能力跟整个资金的调度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会尽力的来争取。那目前104是没有，因为105的费用已经把104的都归还掉了。那我们106会在编来补足105的，那至于106本身的，我们再尽量的争取。好，这部分哦，就是有欠的部分也要尽快的一个偿还，然后再来我就要问的最后是长照的问题哦。现在几乎应该是确定要用公务预算的方式来进行的哦。那现在的裁员有没有确定？是不是用要提高营业税0.5%的一个方式？有没有确定？营业税。营业税。哦，营业税这个。对。这个、有没有确定这件事情？这个、前任的推动小组目前在讨论，在讨论。可是我们已经快要到预算的一个会期了呢，还没有讨论出来吗？正在讨论。正在讨论哦，因为哈，如果说我们现在长照要调高营业税，它一定会对我们的物价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哦，所以我希望不管是财政部或者是我们卫福部哦，要做这样的一个决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考虑哦。所以我今天听到说还在研议，还要再讨论，其实我有点害怕哦，因为其实下一个会期很快就来了，我现在已经要7月份了哦，所以这部分请卫福部要加油。好，谢谢委员。我们先预告一下哈，在费宏泰委员质询之后，我们要休息一下，让首长们可以洗个手。接下来请徐国勇赵委质询。啊，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我们请一下卫福部部长吧。喂，你好。部长，首先我要代表很多家长，要先跟你提醒几件事。那去年当然有一些事情都发生了，那其中也有还没发生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支卡病毒，大家，当我们在台湾的生育率在低的时候，这支卡病毒会让我们孕妇生出小头症，所以现在我也接到很多电话，很多妈妈，年轻的妈妈，那心里也非常的担忧，想出去玩，想度个蜜月，万一蜜月回来去得到支卡病毒，要怎样？所以我们希望说，部长，就提醒你，一定要好好的处理，哩哩啦啦。2266原则，好吧，2226原则，那我们不希望变成哩哩啦啦，好不好？好，好，我们再看下一张。那现在本土登革热出现了，一会好天气，一会下大雨，蚊子都出来了，我们这个也看到了哈。那你跟这个环保署到底要怎么样去个配合来处理这些事情？还有跟教育部怎么样去做这些教育，包括学校的推广？我们希望你们的界面整合要做好，好，这是先给部长提醒。再来，那我们看到肠病毒没有降温，已经有小朋友得到肠病毒了。你是小儿科的专科医师，这三件事情
那我知道部长，你在跟其他各个部会还有在宣传方面，那你现在有没有一套的机制计划，怎么去防堵这些事情？资卡跟这个登革热是文美传染，那这两个文美不管白线斑鲁或者埃及斑鲁，我们台湾都有这个条件，那尤其是南部地区，那两个黄字前端都一样，都是要清除这个滋生源。那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跟环保署要一起合作，那跟李署长我们都开了很多次的会，那我们最近呢下去南部要再看视察一下前面的宣传，对，有没有继续在进行？我们两位一起宣传过两次了，包括电视、对广播。电视还没有正式，我们对啊，我就是要问说，还有广播我也没听到啊。Okay, 好，因为我有当过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啊。是，虽然现在因为当立委又把它辞掉了，我还是很关心那个广播电台啊。Okay. 虽然我从来没有领薪水，因为那个是我们公益的一个广播电台。不过我看到没有在播放这些，表示你们并没有脱播他们啊。Okay. 你们还没有脱播嘛？还没有。那请他们来帮忙宣传嘛，所以我没有听到啊。所以这部分，拜托，热天一定搞完呢，夏至都已经过了呢。好，目前的我们的这个登革热一般是大概要8-9月以后了。那目前的最重要的疾病是肠病毒，是夏季的传染病是肠病毒。嗯，那目前肠病毒疫情呢是在高峰，但是今年运气比较好，就是它流行的是肠病毒。克沙基病毒不是肠病毒71型，就是比较不是那么严重的那一型，比较缓和，比较缓和。虽然是在高峰，但是疫情还算控制。我希望要好好的处理，因为要让我们的妈妈们勇于生育的话，这一些都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长照。所以我现在要请教。我们常照我们老人人口越来越多，像日本的老人的老年的人口竟然已经超过全台湾的人口，超过2300万，日本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啦。啊，我先问你一个最主要的，常照做不做？常照一定要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啊，一定要做。那现在你们的包括裁员等等，跟财政部跟相关的部会，是，那有没有跨部会在处理中？有，那目前行政院有一个长照推动小组，那目前这些议题都在讨论，那我们很快的就要提出这个长照。那长照的到底基础，长照到底要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服务的内容？什么时候会很精准的，然后在很多地方出来，让人民能够了解？我们现在长照2.0很快就会送到行政院，那我们在7月、8月就是我们要宣传跟各界要这个宣导的沟通的。那什么时候法案会送到立法院来审议？大约？7-8月，你刚刚是讲7-8月要宣传哦。对。那我们会很注意的在观察你的到底这个有没有做到哦，好不好，部长？是，这是。关系大家的，也是你很重要的政绩哦。是。那什么时候会法案会送出来？这个没有，这个不用法案，这个是本来的法案就是长照。不是你们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不是有一些办法吗？那个是这个执法规，还有它的法人法。那这个明年之前一定会完成。我指的就是这些，因为所有的法案跟整个执行的，那是一个配套啊，一个 package， 不可能只有一个嘛。对对。那这些相关，你刚刚讲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会出来？年底以前会送到行政院。多久以前？年底之前。年底之前，好，我希望越快越好。好，好，我们再看。那另外一个，这是人民在关心的。另外一个，小姐很关心，台湾的化妆品市场，我是从来不用的啦，也不会用啦。不过听说有的男生会用面膜了，我是连那个都没用过了。不过我要问一下哦，台湾的化妆品市场到底一年多大的规模？
化妆品市场不管是出口或者进口，其实在我们国内的经济部的调查都有几百亿的市场。几百亿？我本来想说大概一两百亿，就一听几百亿，那更是可怕。哦，那表示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看这一个，台湾啊，在推广有机农产品啊，就农委会 organic 哦，都在推广。人家现在欧洲啊，在推广什么？大家看到，啊 ，cosmetic 也是一个 organic 有机的化妆品，有机的化妆品，哎，这听起来倒是蛮新鲜的啦，哈。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蔡总统说，安全的农业要用农产品安心，所以农产品要有国际标准的标章。换句话讲，如果有国际标准的标章的话，基本上应该就属于彼此之间的一个认证哦。提的是这个，我们再看下一页。不过有关化妆品这一部分，我最近啊特别去看一下，无聊啦哈，刚好那一天有空看一看，哎，觉得蛮有趣的哦。这是你们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里面24条第二项里面提到的哈，他说广告文字书面言辞要经过你们核准才可以刊登。我们再看下一页，结果呢，你们在这里啊，你们有一些相关的建议说，可以宣传的词句例式，不适当宣传的列举。然后呢，譬如说卫福部规定你可以写使用时散发淡淡的玫瑰香气，可以舒缓您的压力。结果呢，那个玫瑰香气是用有毒的玫瑰花做的，因为进口的这一些玫瑰花有毒，有农药残余相当的多。这个是我们在食品里面也看到了，最近不是有泡什么玫瑰茶，那一些玫瑰里面有很剧毒的农药，这一些不止进到了我们的茶饮市场，其实也进到了化妆品市场啊。所以淡淡的玫瑰香里面隐藏的就是浓浓的你闻不出来的伤害你身体的农药。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换句话讲，我特别看了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哦。我发现好像在帮忙他们作文呢，所以有作文规范，可是发现没有产业的规范。所以广告的法令审查的手册里面，对于含有机成分，不可以标说它是有机，但是可以在它的成分里面说里面含有机的成分。哎，这倒是蛮有趣。万一它通通是有机，仍然不可以标有机。好，我们再看，然后化妆业者有一些澄清，哦，这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哦，我们不帮他宣传，我们再看，啊，最后一页。好，所以最后一页我要提的就是这个。其实我看到的化妆品规模是大概一两百亿，175亿的，哦，那刚刚江署长你说有几百亿，哦，啊，到底可能你的范围可能有一些广义的，哦，或者狭义，哦，这个定义175亿怎么定义我也不知道，我是从网络上看到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个标章 Eco Certificate 的这个标章是国际上的，可是我们如果在某一些地方在规范里面如果没有好好的跟上国际脚步，最后的结论跟我们在审查一些什么跨境电商啊等等这些第三方支付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你们的规定很多，可是没有产业规范的时候，我们的小姐们、太太、女士们买化妆品都在网络买，你也没也发多了。他的网站在中国了，他的网站在韩国了。我看到很多小姐买的是韩国货了，她在韩国买进来了。然后呢，我们的财政部是3000块以下就让她通关的啦，也不必关税啦。那现在说一年可以有12次啦。所以换句话讲，这一部分的规范我没有看到，所以我也是提醒，我是提醒，所以部长跟署长有时候相关的，是不是开始也要去思虑这些问题，哦，要去考虑一下，哦，这是我的提醒。哦，当然我是刚好在网络看到这个有兴趣，突然间想到，也借这个机会，因为这是跟我们跨境电商这些都有关系的。我其实是在找跨境电商的这些东西，结果去找到了这些东西，刚好跟今天跟你们有关，所以想到拿出来，希望你们去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去注意，特别注意一下。好，谢谢。谢谢委员。接下来请费宏泰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各位在场的女士先生，大家早安，主席帮我请一下卫福部的林部长。喂，你好。哎，部长好，刚才听到我们徐委员谈到这个网路啊，我就想到，像我们每次啊出国，不管到大陆地区还别的欧美地区啊，我们的领事事务局啊，跟我们的电信公司啊，都有联系，马上就哦，你要联系跟谁是什么电话哈，我就想到，因为现在不用智慧型手机的在台湾已经很少了哈，那常常在网络上呢，就会有一些讯息，就举例啊，有一天啊，我刚吃完中午啊，在外面吃完水果，然后一看到，哇，说这两个水果加起来会中毒。我就那个下午我就一直担心我到底中毒会怎么办，吃什么东西啊，桃子跟西瓜，各位有看过吧哈，哇，他拼命去找啊，找了我叫拜托我的人同仁一找了半天，后来有人讲说这是不可能，是假的，对吧？我们也听到说有人什么万一现在最近心肌梗塞50岁到65岁是比较容易啊得心肌梗塞的人，说心肌梗塞要猛咳嗽，对吧？要一直让他咳嗽，还有人说要什么按手肘，莫衷一是，很多种偏方了哈。尤其我刚才讲的吃的水果，哇，这两个会中毒，真的，那个下午我就活得很不愉快吧，对不对？这会紧张嘛，对，因为太太还年轻貌美，孩子还小，对不对？舍不得死，对不对？请问了。可不可以你们建议一下，当然你们有一个叫做什么食药辟谣专区了哈，但是进那边网站的我相信还是不多，如何去学习，像我刚才讲的领事事务局或者是陆委会啊，他们有一个就自动可以发出来这些东西啊，举例有人就到你们的辟谣专区去抛了一个东西，说哦，到底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或者人家讲的道理对不对，然后呢你们就学仿照人家了，就发出一些简讯让大家就互相可以传了，针对我这样的问题你可不可以具体的提出一个你的想法。其实这个是很好的建议，因为在网络上的资讯很多是不确实甚至是有害的，那很多我们医疗应当都是要靠这个 evidence base， 一定要很好的试验证据啦，那所以刚才我们提的很好，就是如果有人这种不正确的，我们发散出去，用这种现在的网络的方式来很快的发布正确的讯息，我想也很好，我们就学习好不好其他的单位。我想这个额外给你们一个建议，顺从现在网络时代啊，真的就举例像我现在最近吃的东西又开始做改变，有人讲那个塑胶啊，我们常常有时候中午比较忙，就拜托我们的助理啊，去帮我去买一碗牛肉面。牛肉面呢，那个汤啊，热汤嘛，装在塑胶袋里面。请问一下部长，好还是不好？那个是要那个环保署有数有，它有分级，几级？我忘掉几级，有的是可以耐热，有的是不行，所以应当。那我们的网络上讲说，哇，那会塑胶一加热以后，就塑化剂就出来了，那是致癌的最可怕的东西，我哎呦，部长说，我就诸如此类了哈，因为大家是好意告诉你这个讯息，可是他讲的好像也真的有道理啊，对不对哈？在我妹一天到晚说什么像矿泉水在车上，在曝晒在太阳下，矿泉水那也热了以后，那个塑胶瓶就会散发出这个各种的有毒的物质等等的哈，我倒是建议是不是在你们像类似食药这个辟谣专区啊，当有人上网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想办法不是只有回答他，学习
像临时事务局跟电信公司，对不对？那都是可以公益免费的，然后它就散播出去，对不对？散播出去呢，啊，我想对，这也是培养我们国人呐、啊、健康的知识，也是种预防的医学，对不对？这个对我们的健保费用绝对会往下降的，这是好事，好不好？好。再请教一些问题哈。我们前一阵子谈这个有瘦肉精的美猪啊，可能要进口。那我们就听到我们立法院啊，民进党的同仁讲说，台湾的猪现在就有给他喂食那个瘦肉精，有还是没有？这个数字我等一下请。虽然是农委会的业务，可是吃是关系到你的。可是我们市售的猪的产品都有做这个检验的，请那个数字，请那个。报告委员，在我们国内里头，所有的不管是猪肉、牛肉，或者是鸡、鸭、鹅、禽类的肉品，有没有含瘦肉精，是各地方卫生局跟中央的重要的一个抽验的项目之一。有还是没有？那么在这几年呢，是减少的比例非常的多，偶尔还会发现一件两件，但是这里几年都没有了。对，我想请教这个的原因就是哈。台湾是规定瘦肉精是零检出，现在的法令就是零检出，一定要做到嘛，对不对？一定要做到，让国人有吃的安全。第二个，我请教一下啊，我们这个猪肉，包括鸡鸭好了哈，鸡鸭、猪、鸡鸭我们吃的比较多，里面抗生素的含量高不高？在源头管理是属于农委会嘛，哦，那在试售品的部分，最后的 product 是归你们去检验嘛？是，在试售品检验，我们每年都有监测计划，每个月都在进行。那个不合格率的百分比大概是98.9%是合格，只有十，不到20%合格。换句话说。81% 是不合格了啊，不合格的比例非常低，非常低。对，哦，好好，那还好。那个鱼呢？那我们吃的鱼呢？也是一样，都有在做监测。麻烦这些东西啊，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再请教一下哈，我们国人习惯吃米或者是面啊，你们都是怎么样去做检查？在面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制面的地方，比如说市场里头有制面的工厂，那里头呢，它的面的上市后的管理，跟里头有没有 H2O2 或者是 SO2 的部分要做检验，就防腐剂有没有添加，它是不准添加的。那另外对于面粉工厂，对另外面工厂，我们有一个专案是全面去查面粉工厂里头做面粉的时候，它的 GHP 是符合规定，然后它的添加的一个添加物的部分是不是符合我们国内的管理规定？那米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有问题。那米呢？米的部分是我们跟农委会合作，对于碾米工厂的部分是由农委会做进行。那碾米工厂里头包装用米，我们会做农药跟重金属的检测。那么这三年来，对于农药跟重金属的检测都完全合格，都100%。对。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人家在请教我，大人现在讲都是大人可以吃，对不对？小孩子可不可以吃？婴儿可不可以吃？婴粉就是小婴幼儿啊。刚才我讲的猪鸭啊，鸡鸭猪肉鱼肉，还有这个米跟面粉，小孩子可不可以吃？在小孩他只要是属于全食物的营养摄取的时候都可以吃啊，除非是他是婴幼儿的时候，我们是鼓励喝母奶的。不，我这样子讲了哈。台湾没有产那个小麦了哈，小麦其实有很少嘛。台湾有猪肉、鸡肉、鸭肉、鱼肉，还有稻米。尤其小朋友啊，我们的小朋友大概
我们讲这个几岁以下小朋友大概都在习惯喝奶粉，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哎，光光喝奶粉吧，我们给他喝米浆，或者拿一些 鱼肉给他吃吃，这里面我们就会担心了、啊，有没有抗生素啊，有没有农药啊，在里面啊。但委员关心的大概就是食物里面的其他的添加物了、哎。那这个部分呢，婴儿应当属于易感族群的、啊，所以应当标准要比较严格一点。不，那我就请教了，是严格当然是应该了哈。我请问你，台湾产的猪、鸡、鸭、鱼、米，小孩子可不可以吃？如果以目前对抗生素还有来个多巴胺的这个检验呢，大概是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OK， 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报告各位委员，我们休息十分钟，让首长们去洗个手，谢谢。
家辛苦了哈。后面的同仁，行政院各部会同仁，请尽速就座哈，我们赶快来进行会议，以节省大家时间，所以请大家，尽速就座，谢谢哈。接下来我们请蒋万安委员质询。谢谢主席啊，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卫福部林奏炎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今年六月六号，我们卫环委员会哦有召开一个公听会啊，其实就在这个场地啊，针对这个医师纳入劳基法开了公听会。那当天啊，其实我也听到部长这个对于医师纳入劳基法的一些看法啊。那其中，我相信部长也知道，我们蔡伯羌医师的太太、啊、也来到现场，在六月六号当天，所以。是不是可以请部长啊，今天在这里，可不可以再一次的说明清楚，当天啊，部长您是不是有跟蔡医师的太太有做过一个具体的承诺？我没有直接跟他跟蔡太太做过承诺，但是在公听会里面，我提到我要跟奇美医院的院长会来谈这件事情。所以部长现在您跟奇美医院的院长说了吗？对。现在是双，这个目前是希望这样的，就双方都不要再上诉，但是前提是双方先沟通好，先做协调，协调好了之后，同时撤告，都不要撤告，就不要再上诉。部长，这个我想当天公听会啊的现场，其实我也在这里哦、啊。那我想我所听到的跟蔡医师太太啊所理解的。好像不太一样哦，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希望奇美医院可以不要上诉哦，撤回上诉这一部分哦，所以刚部长可能您提到是说是整个案子哦，全案两方都不要上诉，我想这个跟蔡医师还有他太太的理解是完全不同哦，所以部长你当天到底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可不可以具体在今天这个机会再说明一次？我想这个我们都有留记录，我想蔡太太也会看到，她很想知道部长您当天在公听会到底所做的一个具体的承诺到底是什么。我跟奇美院长讨论过两次了，那第一个请他要照顾自己的员工，尤其后段的医疗的部分。第二个呢，希望我因为当天听到是只有这边奇美医院的提告嘛，所以希望他那边可不可以撤告，所以是希望奇美医院对可以撤告嘛，对不对？最后段呢，我们在协商呢，是奇美也提出，其实两边都有提告，是不是两边都撤告？但是撤告的之前呢，双方就坐下来协商，把这件事情来解决，再同时撤告这样。部长，就我所了解哦，这个蔡太太还有蔡医师，他们的诉求哦，并不是希望。部长您讲的后段、哦、他们其实对于二审的判决并不争执，但是希望奇美医院能够不要再上诉，如果上诉撤回上诉、啊、所以这部分是有出入的，所以我希望部长啊，这个你要了解到他们诉求，而且我相信当天公听会部长您很具体的所承诺的是说会跟奇美医院的院长是、啊、清楚的表达希望奇美医院撤回上诉哦、并没有说要蔡医师他们这边对于二审对他们有利的判决、哦、也要撤回，我想这个是天差地远完全不同的，所以部长我希望能够说清楚，而且确实的跟奇美医院来表达这样的一个诉求好不好？好好。另外一部分、哦、当天除了对于希望奇美医院不要上诉以外，接下来还是部长您刚刚也承诺了对于未来或接下来很多类似的案例，都希望对于过劳的医师还有他们的家属，给予相关包括复健治疗这些的关怀。所以，包括其实在六月二十五号最近，嘉义基督教医院的急诊医师陈永章医师也发生了过劳脑溢血，哦，也倒下来。所以，我想
部长那天也承诺，对于后续需要复健治疗专业协助的这一部分，卫福部要来成立医疗关怀小组。哦，这部分部长是不是可以马上来做？医疗关怀小组，这个医疗关怀各医院其实都有，这个那个是在依旧发生的时候在成立的。那这个关怀，我们各医院应当就要关怀他自己的员工嘛。我想这个不是等到事情发生啊，现在已经有很多，包括蔡医师啊、蔡步强医师，还有之前所有很多因为过劳而倒下来这些医师，包括本人还有他的家属，是非常需要卫福部给予他们协助。他们现在需要复健，需要治疗，他们的家属生计的负担等等，卫福部站在照顾医护人员的角度，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照顾。这个部分分前后了，后段就发生如果意外之后呢，希望医院能够多负起责任。那前段呢，应当在预防。其实几位医师呢，有一部分的是因为脑部它有先天性的这个静脉瘤啦，这些那这些问题呢，希望这个医院呢要多照顾员工，从预防的角度，包括这个三高的这个部分，都要做能够给医院做这些医师呢。台大现在也对他比较资深的医师就做部长，对这个我了解，前端预防很重要，可是现在我谈的是后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很多过劳医师的家属跟我反映，他们要去复健，他们需要定期的接受治疗，可是往往因为他们跟本身的医院还有一个诉讼的关系，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很完整的复健。比如说他需要有时候能够回到他过去熟悉的环境，能够唤起他过去的一些记忆也好，能够对他的复原能够更有帮助，可是往往不得其门而入。这时候卫福部应该站在一个高度，能够协助医师还有他们的家属跟医院之间做一个协调，能够真的帮助到他们复健跟复原。所以这部分是要求部长能够成立一个医疗关怀小组，针对这些已经过劳，这些造成他们身心已经具伤严重伤害的本身的这些医生，给予他们协助，可不可以尽快来成立？他们很需要这样的帮忙。而且我们会跟医师工会一起来努力。好，接下来我想最近网络上有在传关于五合一的疫苗的部分，我想不知道部长清不清楚网络上有在说这个，因为我们健保局砍价砍得太凶，所以五合一的疫苗到现在这个厂商药厂他们要扬言是要退出，所以可能造成这个库存的疫苗接种完之后，这些孩子们他就没有办法再接受五合一的疫苗，而必须服用风险相对较大的口服小儿麻痹疫苗。所以这部分部长，到底网络上这样的传言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可能需要修正，因为五合一疫苗这个公费疫苗是公务预算，就是 CDC 编的，跟健保的几乎是无关的，所以是疾管署编的预算来补助。所以这样的现在网络上一直在说这个事情。 对所以部长你要不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这个是完全不确实的？对，这个完全不确实，是公务预算来编的。好，所以他们药厂扬言说要退出台湾也是不正确的。药品会药厂要退出这个跟疫苗这个可能没有关系的，还是跟健保的这个药价给付可能有一点关系。好，所以未来我们家长还有这些孩童们不会担心说接种不到这五合疫苗吧？是不是？这个疫苗请郭署长来回应。好，署长请。报告委员，我想这个五合一的疫苗跟其他的疫苗都很重要了，这是很基本的必需品啦，所以 CDC 有那个责任呢，一定要能够保证这些疫苗呢能够在这个台湾的市场上呢都能够提供无虞啦。那么当然事实上是现在呢全球呢有的时候有一些缺货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弹性的一个机制来这个因应，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防疫，也不会影响到这个小孩子的权益。好，谢谢署长，我只要你很在这里很确定的保证我想很多家长包括我本身都非常担心
这些幼童他们未来没有办法接受到这个五合疫苗。我想今天啊，有借这个机会能澄清一下啊，避免家长们的这个疑虑啊。我想最后啊，我这边举出来啊，这个卫福部就每个部会啊，当然卫福部这个预算啊，这个非常的高啊。那每年各部会在五月份的时候，我编列下一年度的这个 KPI 指标。我不知道部长您知不知道，卫福部也有这样的指标 KPI。KPI 我知道。是，所以我在这里哦，很简短，我跟部长提醒一下，因为我也检视了卫福部定的这个绩效指标哦，关键绩效指标，可是有非常多项啊，既不关键，也不绩效，也不属于一个指标啊。所以简单来讲，包括这几项哦，建制辅具整合窗口，县市涵盖率达50%，这根本是一个例行必须要做的，怎么会把它列为一个目标，把它列为一个指标呢？还有新进牙医接受特殊需求牙科医疗照护训练人数达30%，也是一样，这根本是该做的例行性事务啊。下一章，不批完全不是绩效，办理国际卫生福利合作12次，办理的次数跟绩效怎么会有关系呢？不是说办了多次就会有这样的效果出来，所以这些都需要来检讨啊。我知道，当然这个是去年五月定的啊，所以部长您接任了卫福部部长之后，要重新检视所有的这个 KPI 哦，还有推广健保云端药力系统查询次数能当绩效吗？哦，这些都是民众非常质疑的。接下来，哦，并不是指标。我这边举一个具体例子啊，这个国人很关注这个护病比。可是我看了所有的 KPI， 所有的指标，唯一相关的只有说我们要增加护理人数。增加护理人数，并不表示说我们的护病比哦就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啊。我们要看到的是护病比这个比例啊，部长。所以这个指标定的是完全是有问题的哦，而且定的目标也太低了吧，102到105年增加，只要增加9200人，而且根本的问题。是目前离职率非常高哦，我在这里举出来，就是部长要重新检视部里所定的这些 KPI， 好不好？好，谢谢。好，避免民众充满了质疑，对于这些指标觉得为了定而定。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委员。报告各委员，我们征求大家的意见哈，我们中午不休息，会议继续进行到本日议程结束为止。如果没有意见的话，哈，那我们就继续开会。那另外11:50，请工作人员发便当，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吃午餐，不要客气哈，要简单的去洗手，下面没有关系，只要维持会场秩序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委员、出列席官员，大家好，主席可否请朱记长？朱局长你好。我们看到英国脱欧了以后，整个金融后续的影响带动经济的迟缓，或者是很多的变数出现，那事实上我们很担心这个问题了哈。国内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大概今年一都保不住了，我们又看到华航罢工的这个事情，地勤人员也罢工。接下来我们今天因为有看到有卫福相关的这些部门哈，所影响的、所关心的，未来油电水气包括可能医护人员各行各业加入罢工的罢工潮，请问主席长，这边如果要大力来照顾员工、提高薪资，那这整个包括英国的联动的影响，对国内的 GDP 经济成长会不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不晓得我们国内有什么因应的措施？对，跟委员报告，我想各部会啊，对于那种所谓有所谓罢工的潜在因素啊，各部会应该会
有能力去应付。啊，至于说薪资的调高的话，我个人认为薪资调高也许可能会对民间的消费会提高，反而是有正面的作用。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目前的民间消费啊是比较没有成长。谢谢。是，谢谢。所以竹崎长的意思是说，大家这个鼓励大家来加薪，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我没有这个意思，是说加薪会有促进民间的效果，但是要不要加薪不是我的能力。谢谢。现在大家都是要求要加薪，因为国内的薪资的确太低了。可是另外一方面，现在却慢慢的即将引爆企业出走的这个风气，甚至有很多企业家放弃了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国内的税制各方面负担太重了。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晓得竹记长有什么对策？跟委员报告一下，的确有些企业它是很在目前这个出口不佳这个的情况之下，它的营运情况不好。可是有些企业啊，我是认为它还不错，因为鼓励的发放比以往都高。这也是刚才他们所提的那个二代健保啊的那个补充保费啊会增加的一个原因，它是主要是来自于鼓励。所以既然有那么多的鼓励的话，我们希望说它那个股东之间有适当的鼓励，也应该适当的给员工去调薪。所以调薪在主计处的立场是乐观其成，但是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要不要调薪，不是我们主管的。谢谢。局长，你是国家的大掌柜啊，接下来人口老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是的，长照，也蓄势待发，有没有心理目标决定是要从哪里下手，这些裁员从哪里来？跟委员报告，目前的方向的是逐步的推展，所以在目前的方向我们是采用说那个税收应该是足够因应，税收因应，那就不需要营业税5%往上调。那个是要那个是在营业税的调高，或者是那个所谓的遗产赠与税的适当的调高，那个是目前的这个行政院的政策的目标。但是并没有说一定要这么做，因为要做的话还是要立院通过。谢谢。现在箭在弦上。等了半天都不晓得钱到底是哪里来，也都还没有定案。那事实上大家都是觉得很紧张了，因为我们每天在开会，很多东西这个对外都已经大饼都画出来了，可是钱呢，都是欠缺。那本席一再强调，我反对加税了，理由是去年我们国家的税收超增了1800亿，前年的税收超增800亿，国家不是没有钱啊，而且现在很多地标售都进账好几百亿，标售市基也收了1000多亿嘛，是不是不要？你要钱没有错，不要从人民的身上去榨干人民，去压榨老百姓，好不好？我尊重委员的意见，不过卫福部的他长照提出来，或者是说要花多少钱，我们计划通过行政院通过以后，主计处一定会去筹钱，至于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会通盘考虑。谢谢委员。好，谢谢主席长。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林部长？林部长你好。我们今天是有关中华民国103年度我们中央政府决算的审核报告，那知古见今，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施作的情况不甚如意啦，应该有改善的空间。我们一年税出大概1421亿，相当高的这个数字，这些都是民脂民膏。我有几个问题，想要一一来跟你探讨一下，就是政府对于医疗、社会福利及公社财团法人之相关监督机制，实在是未尽周全，甚至这些财团法人等等，手上还有很多的投资，它里面的董事、独立董事等等相关的这个监督的机制，
可以说是不尽完善。不晓得部长有没有什么样改善的方法？那你能不能列举啊？哈，大概比较财大的这个财团法人呢、啊，他们手上的资金呢、啊，前三大大概是哪几家？他们现在运作的情况是如何？委员指的是财团法人的医院是不是？还是财团法人？公社财团法人。公社财团，我们的公社的跟卫生福利部相关的，大概都很少有盈利的。就一这个 CDE 就是医药品查验中心，或者医测会，或者是寄生虫。在医疗法的部分，对于财团法人之设立、董事会组织、会计制度、财务报表等等的规范，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你有什么样的检讨？平常有对这个部分有没有加强管理？每一年都有，他们每一年都要财报以外，这个都会实地去检查核。查情况是怎么样呢？情况是不是这个？因为你们现在每个都有读懂吗？没有没有，这个跟会计制度有健全吗？会计应当很健全，因为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财团法人跟经济部的那个完全不一样，都没有盈利的。我现在不讲盈利，我是讲说针对读懂的部分。读懂没有读懂。会计制度的部分。会计制度就有审查，每年都有。每年都有报表吗？都有报表，都有报表。那而且委员会也审查。那现在这些资讯有没有在网页上都？有公开，网页上都有公开。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外部独立董事的制度啊。对，没有，刚监理的机制是薄弱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提出改革？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已经在医疗法里面做一些条文的修正，那要求我们的医疗财团法人呢，应该要设置监察人，因此部里面这边所采取的措施是修法来强制法人来设监察人，做所谓的稽核的动作。谢谢。好，希望把你们所作所为、你们的努力，给我一份资料，我来了解一下哈。我送到委员。另外，现在有关这个罢工潮啊，国内的这个医生啊，有时候做到爆肝，医护人员啊，有时候、做到受不了，不做逃跑，这个情况很多啊、那面对现在这个医护人员啊，有没有可能这个要求调高薪资，改善他们的劳工环境，或者是也会掀起？一连串的罢工潮，不晓得部长大概了解的情况怎么样？对，这个最重要的是要第一个，当然薪资要够；第二个就是要改善他的职业环境了哈。那这个这几年来，这个护理人员的薪资确实是有明显的调高，但是职业环境我认为还是有需要再改善的部分。那刚才提到的这护病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护病比是列入这个医院评鉴很重要的项目，而且必要项目。第二个呢，这个护病比跟我们健保的给付是联动的，就是你的护病比越高，你的健保给付就越好。我想，而且希望我们的医院的这个经营者呢，一定要照顾我们的医护人员。自从二代健保补充保费增加2%了以后，一年对。这个部里面这边相关有增加多少的收入？400多亿。多少亿？400多亿。四百多亿。那现在已经充足了，这个2%的部分可不可以取消掉？大概因为可能如果照目前的这个用法呢，可能到明年就开始会出现这个很些微的亏损，可能后年开始就会。亏损，那现在的情况很好啊。对，可是如果照目前的速度下去的话，是会有亏损的。我请教部长啊，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啊，对于鼓励的部分有健保提拨2%的补充保费的？鼓励？对，因为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做？
为什么要从资本市场多课这2%的这个补充保费？报告委员，其实补充保费它的课征并不是只针对股利，它当初是针对综合所得里面几个主要的，也包括利息啦、租金啦等等的。那当初会课这个补充保费，利息、租金、股利是还有奖金，奖金啊，奖金。奖金，高额的奖金。好，那我请问你，全世界有针对鼓励课2%的健保补充保费的有哪个国家？这个我可能要再查查看。但是因为我们当初不要查，没有啊。我们当初的课程并不是单独针对鼓励了，我们是针对。好，你其他你讲不单独嘛哈？那你其他不谈呐、啊，就股票鼓励的部分哦、啊，全世界有哪个国家额外来加收2%的？这个所谓的补充保费，所以本席主张，这个对于股票股利征收的增加，从人民纳税钱里面，从人民身上多剥削的2%的所谓的这个健保补充保费，本席主张把它取消掉。部长，你觉得呢？赞不赞同？这个以目前这个健保的，我说这种速度下去的话，其实不靠一点这个补充保费，可能还是有一点危险呐、啊。那我请教部长，去年税收超增1800亿，你从那边拿就好了啊，你为什么要从股民身上又多拿2%的这个费用？这个。好，时间到，我希望你数据多准备一下。好，你也请你查一下，全世界有人这样做吗？如果没有的话，请让国内的资本市场跟国际接轨，不要额外多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个费用，造成现在整个股市停滞不前，整个成交量急剧萎缩，不到800亿，多少券商都已经开始这个人的部分离职，很多公司都关门了，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接下来请刘建国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有请林部长。委员好。部长好。部长针对审计部的审核报告里面的内容，有没有要平缓的？平缓？嘿，有没有意见的啦？就跟他们意见不一样的，你想要提出来说明的，给你时间。没有，我就继续要问了。好，就委员就请委员。所以部长对审计部的审核报告基本上是尊重接受，就是他针对里面很多的监督不周。有待管理相关缺失，各机关在卫务部底下所辖的这些机关，在整个执行过程里面所被审计部提出来的相关的这些纠正跟建议跟指示的缺失，照单全收，没有意见。我要提醒部长是这样的哈，我想任何的公务机关在。最担心的就是预算编的时候最怕主计啊，好，在在预算执行的时候最怕审计啊，应该是这么讲。那我想，因为这里面卫福部在103年的这审的报告里面，很抱歉，当时你在当次长，应该是嘛，所以在这里面的缺失，还有被审计部揪出来相关的这些意见，那当然你要概括承受。所以我虽然是现在。民党在执政，我对部长是绝对一定的尊重，但是我绝对不客气的要求与监督。所以就从这里面的审核报告里面，如果说你们没有要平稳的，那我就开始要来请教你们。连审计部都可以看出问题，那立法院立法委员站在一个监督政府在执行相关预算的过程里面，他确实是应该在被更严格的来做审查。好，也这个东西也可以当为我们日后。在审核预算，下个会期就要审明年度的预算了，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去看待，也让我们可以当作我们审预算的相关依据。我
非常重视一件事情，市长部长也很清楚，就是台湾整个失智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应该是4年前、5年前，国际失智总会的执行长特别来到立院，我跟陈杰委员去拜会王院长，当时也特别提到说，全世界7秒钟就有一个人产生失智，那现在已经过了3、4年，其实那个秒数发生失智的人数持续缩短，人数持续在增加。那我在看待第14页、14页跟15页里面讲到，被审计部还提出来说，被部分县市推广失智症照护服务资源仍有不足，或利用情形欠佳等未尽周妥情势，允以研磨改善。所以我这边请教部长，我们到底是投入多少经费在对抗失智？那这个是跟委员报告，在我们的长照2.0里面已经把这个失智症放进来了。不是，我是说截至目前为止。是。也就是说105年，这是103年的报告嘛，对不对？那105年到底累积到现在了，还是说你要以105年来跟我讲，还是要以104年来跟我讲，到底我们国家投入多少经费来对抗失智？你现在答复我104年，我们就可以来检视到了哈。有没有抗失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预算，一个概括，可以来跟我们委员会做这样的相关报告？这么久没报答我，基本上是没有。所以也代表说卫生部、卫生部的没有核心的部分，但是日照的部分是8亿元，日照的和失智照顾失智的。日照的部分是8亿，总 total 呢？他绝对不是只有日照嘛，他也有机构嘛，也有护理之家嘛，对不对？ 对， 对，没有特别的。哇，这就很奇怪了嘛。对抗失智应该有一个概略的一个预算，也就是说，部长你回来当部长，好、哦，你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现在在问你新的事情。我今天审查是103，那我再问你一个新的预算，不然你可以答复我吗？106年，你预计要对抗失智，你的预算编列规模想要达到什么程度？还是在你卫生福利主管机关的总预算里面的多少比例？几%？明年是增18亿。18亿。那这18亿里面就足以来，可以在整个103年的审核报告里面，相关审计部提出来的一些意见，我们可以因18亿来做相关的改善，还是全部改善，还是部分的改善？我想还是部分啦，因为长照2.0里面就把失智症已经放进来，那这个地方会花的经费会比较大一点。我是不清楚了，如果说我们长照2.0在第一年的预估了，应该是抓超400亿左右嘛，对不对？第一年的时候，啊，200到300亿，好，200到300亿，然后你说明年度开始针对抗失智的部分预算规模编列将近18亿，这样有符合你们当时的一个编列的一个范畴吗？对，这样的需求是够吗？不够，我个人觉得要再增加。增加多少？多少我大概不敢提多少的数字哈。不是，当我们要讲说这个目标我们去达成，我们的预算是不够的，那我们相对应该知道我们多少预算才是足够的，应该这么讲才对嘛。我们不能讲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足，这样做是不足不够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讲说到底多少才是够的。这样不是很奇怪？这样难怪你们去跟主计在喊价的过程里面，永远都喊不到价钱呢、啊，喊不到预算呢、啊。你们喊不到预算，没办法执行的时候，到时候又被审计部来相关提出纠举，又有意见呢、啊。我没有恁讲嘛，你嘛讲我清楚嘞。恁若唔知就对了，免阁讲啊。我看着讲一个前提，为什么对失智这个事情要特别重视呢？因为我相信部长对这个事情非常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对抗失智？它的产生速度非常快，而且这是全世界皆然，
面对到抗失智的时候，每一个国家先进国家到底在对抗失智，他在他们的相关的卫生主管机关里面的预算，年度预算里面，还是有计划性的预算里面，到底是编列多少，规模到底应该达到多少，才有效预防抑制失智人口的增加，避免造成更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我们一直讲长照 2.0， 我们如果连这个部分我们都讲不清楚，我们如何去说服人家，如何说服不管朝野的立委，我们在审预算的过程里面如何说服你们对主计相关单位。审计报告里面特别去提到，行政院依为因应我国急速增加老人失智人口所延伸的长期照顾需求，所以那个实验长照我就不多说，我简单这个表格也是审计部做的了哈，就是说在103年各县市失智症机构专区及专责服务单位资源分布表里面，全部只有40家的包含护理之家、老人福利机构、失智专区跟专责机构，还有农民农业国民之家的失智专区，那就总 total 就只有40家。这40家里面有7个县市。宜兰、新竹、云林、台东、澎湖、基隆、连江，没有半家，没有半家，哦，应该没有错嘛。审计部做这个表格是正确嘛，对不对？还是你没有其他意见？还是他做错了？你做错跟我讲，我马上叫审计长出来纠正。不是，对不对嘛？103年是不是就40家嘛？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基本上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日间照顾大部分都是。我没有跟你讲日间照顾，我现在在跟你讲这个表格对不对？你的日间照顾在另外大本这里面还有资料496页里面，我很清楚看到，有4个县市也执行的效果非常糟糕，而且连6都里面都有。中央跟地方如果对失智的整个预算的规模还有执行的状态，都有明显这样落差，台湾要如何去对抗失智，我觉得这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然后又在公务预算里面要去显示出来，在未来的长照2点里面又要去编列相关的失智的预算，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跟委员报告，因为现在的确有一些县市可能资源是不均啊，或是不足。那我们现在是会运用长照2.0的部分来把这个资源积极布建起来。我其实吼，我其实在我的了解了吼，主席，我30秒就好了，谢谢。是台湾即卖你讲长照了吼，我对足清楚嘛，较进步国家长照是一个阶段而已啊，好，跟进步国家在讲健康延寿。快乐的终老，我们还 focus 在长照。那我现在只是讲说，我对失智的重视是全世界皆然的。我才希望说，在整个编列预算里面，在跟主计争取的过程里面，很清楚的。你即摆讲你党了要坑咧长照 2.0， 我嘛无意见啦。啊，到底要坑偌济？你比例要占偌济？你偌济才做会好？好，103年，啊，佮有七个管区无。他刚才在讲日托的部分。还有4-5个县市做的乱七八糟的，包含6都之一，这怎么去对抗台湾的失智？一个家庭一人失智，全家丧智啊！这个，你如果到一个失智的家庭里面，你去那边度一天看看，你去那边待个3个小时、4个小时，我们都不要去比喻躺在。那个重症病患的家庭，我们看那个失智的人的情况，然后他的家庭，而且现在小朋友又少，哦，这个家庭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的就得到失智，啊，到底这个家庭要面对到多少的难关？那政府在这个部分一直在讲说，我们在处理失智，我们在处理失智，我们连多少的一个预算规模我们都讲不清楚，你就对内，对公部门，对审计。你应该你都讲袂清楚啊！你要叫阮立法委员安怎同意恁编的这预算，而且佫看恁有新计部，甲恁提出来一寡相关的意见。那我就要请教专业能力，到目前为止到底有多少专业能力投入在失智这块领域里面？专业涵盖照顾失智能力啦，吼。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刚刚在询问说，失智的预算哈，那在。
我们有分两块去做哈。第一块就是所谓的日间照顾，那这一块大概在社家署这边是8亿多。那我们另外一个就是用社区服务据点的这个部分，那社区服务据点目前有29处哈。那目前这个部分的经费是3000多亿。那对于这个人力的这个部分哦，我们对于社区在照顾服务员里面是26942人，特别针对社区的失智型的照顾人力是还有422个人，所以总共是27364个人。你是说讲照顾人力吗？你把 total 全部照顾人力都算进去嘛，对不对？应该这么讲嘛。还有一个特别在社区的这个部分是有422个人。没有，你如果要把 total 这些照顾人力都算进去，也不止20000多人呐、啊。机构啦，含日托啦，含什么挖沟算算啦、啊，应该有30000多人呐、啊。我的数据应该还比你正确吧？加起来。如果加医院的话，就会有。对嘛？你说，哎、我刚才跟你讲，就包含这个护理之家，包含农家的什么失智专区、老护机构失智专区嘛。我们现在讲一个 total 嘛，对不对？对。我不跟你问个这有嘛？我跟你讲，讲一个总的嘛。啊，你总的你就不在搞讲清楚啊。我员工的对。所以你莫怪主给给你删嘛。后来我过来签稿，我讲的照顾的失智能力，除了照顾员之外，专业的。专业的不是只有精神科的医师，通通全部会看失智的嘛，对不对？这样的专业能力，部长应该会比我更清楚吧？就是失智症的门诊医师是不是足够？我们现在就6家的这些专责的相关的失智的机构，已经6、7个县市没有，那专责的医师各县市分布足够吗？分布不够，而且不足了，所以整个这个模式可能需要改善。那日本有一个很好的模式叫熊本模式，那最近我也请这个失智症医学会的跟他们讨论了，请他们来仿照这个熊本模式，他大医院来带这些诊所跟小医院一起来做这个失智的这个模式。我请部长说好不好？不够怎么样才够？不够怎么样才够？预算规模要达到什么程度？要多少的人力？要怎么去支撑他才有办法够了哈？再来就是说，我们的专业能力跟失智的照护比例，照护比例这样的比例是正确吗？照护比例的哈，再来失智又有轻中度嘛，对不对？这个委好，这个委员，我们把资料就整理以后送给委员，好吧？对，轻中度里面卫部到底怎么做整合了？好，还有很多问题的，好不好？你来当看环境好玩。好当然，咱未来，你若讲甲主给你画一层歹画，想无嘛天道画者。但是你若家己讲袂清袂楚的时候，对哇，嘛真歹画。好，谢谢。好，多谢。请陈曼丽委员，陈曼丽委员，陈曼丽委员不在，请李彦秀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林昼炎林部长、社家署署长？委员好，谢谢部长、署长哦，也特别感谢今天招委排这个决算案哦。但是最近我个案的陈情特别多，我还是希望借今天这个会期，其实委员会开会的机会不多，但是我认为这样的状况非常严重，我也希望借今天8分钟的质询时间，再一次把这个议题凸显出来。我也希望透过我今天8分钟的质询，我希望部长能够深刻的去检讨这个问题，很清楚的，等一下马上给我答案哦。部长，从101年开始哦，我们现在开始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要求要换有一个心智的身心障碍的鉴定要重新上路，也就是说，过去很多身障者的朋友，可能他如果是永久身障的话，他只要换一次证，他不需要5年换一次证。但是我们从101年开始，我们新制的身障法上路之后，永久有效的身心障碍手册就要求要换发。这个换发的作业直接影响到75万个
领有身心障碍手册的所有的朋友，但到今年为止，到今天这一刻为止，原来之前领有75万，到目前到底换了有多少人换了你的新证哦？目前大概是只有12万人换新证，也就是说，离108年还有2年多的时间哦。前106，2015年，还有2-3年的时间，但是却有57万人还没有换新的手册。署长，你不用一直跟部长，那你就直接回答我，你觉得没有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分年哈，因为也考虑到那个时程哈，因为换证大家全部集中在一起，那也会造成。署长，你认为只有这个原因吗？这个问题我不是今天才知道，我以前在议员的时候，多少人跟我澄清这件事情。你认为，你不要用一个理由来搪塞我，你认为是因为你有分批换证的原因吗？当大家所有身障的所有好朋友知道说啊，原来我这个永久身心障碍手册是以后面临5年都要换一次，我跟你讲一个状况，我这边有好几个个案，我有一个李波波，他的太太过世了，他的儿子是唐氏症，他可能面临，他都担心说我70-80岁了，我儿子，我如果哪一天我不在了，我的儿子谁来帮他换证？还有另外一个个案是，有一对老夫妻没有小孩，先生中风，太太年纪也很大，身体也不好。当他知道这个新制上路的同时，他跟我讲说，哪一天我突然比我先生更早走，第一个，没有人扛得动他太太走下楼去换证。部长，你大概很清楚我讲的东西，就是说你现在5年换证，我不知道你5年换证的目的是什么，但是第一，基层的行政同仁、各县市政府、社会局的行政同仁有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去处理这件事情，这是我第一个问号。第二个问号，领有原来领有永久身心障碍手册的好朋友，有些有很多是永远没有办法复原或甚至有可能好转的，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5年换一次，是不是等于是在增加他们的负担？部长，你可不可以回应我？我刚跟你讲这个这两个现状，其实是我个案中我自己亲自接收到的。我相信这样的状况的好朋友非常多。跟委所以署长，你刚才跟我讲的那个回复那个答案是我不能接受的。我当然理解每一个个案哈，他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身体。署长，这不是个案。就是如果长期拥有永久身心障碍手册很多好朋友心里抱怨啪一声政府一个新的政策出来造成他们的恐慌，当时 ICF 新制的设计是希望能够借由因为这个医学上大概5年后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或者是身体的功能，那你就应该分两级，有一些是有机会复原身体状况，有可能有机会好转，但是有一些是永久，譬如说唐氏症，我想部长对这些状况很清楚，是很难有好转，有分好几类，但医学的名称、医学的病状，部长比我更清楚，这应该可以去分级分类去做一些处理。这个目前在生权法里面其实也有规范，那如果说它是无法减轻或是无法恢复的部分，那是不是可以不要换？不用不用鉴定哈。那可是那谁去换？我们希望县市政府会主动去通知。好，署长，你说县市政府会去通知，我刚跟你讲这些现状，谁有能力去换？我们光是要把人抬下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负担，很对家人照顾者来照顾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现在如果对于一些双老家庭，我刚刚讲那些个案，那更没有办法。现在基本上在那个需求，因为重点在他的福利服务，他有没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会主动去做需求评估。那现在需求评估其实署长，你刚刚讲的好，你们会主动去做需求评估，你知道各县市政府社会局有多少人力去做这件事情吗？我们有补地方政府需求评估人员的人力。那我你补了多少人？我在台北市议会天天咨询这个议题，每一次碰到社会局，我就是问这件事情。他跟我讲没有办法，中央要求我们人力根本不足，我们想办法做，但是各县市到底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需求，人力到底有多少，
你们还搞不清楚。我们全国补了，为了这个需求评估，我们全国补了166名的需求评估。你认为166名就够了吗？你到底目前你还有50几万人还没换发哦。我们是分四，还有2年多的时间哦。你从101年，现在105年，对，已经4年的时间，才12万人换。按照这样的比例，在2-3年，108年，你要求全部换证完毕。跟委员报告，因为永久的那一块，我们是在第二阶段换证，是从104年开始，它不是从101年开始。署长，你不要跟我兜这些数字。但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我接受到个案陈情的现状。你106名社工人员散落在台各县市，我不知道人力还是不是会不足够。部长，你同意我的逻辑跟我的说法吗？我觉得委员的建议很好，就是把它分级了。我们回去再来讨论看看有没有分级的这个办法。部长，如果你同意我刚才讲的分级的说法的话，那我认为你108年要求全部换理完毕，不换的话就失效。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要对外说清楚，否则很多这个双老家庭，还有很多就是我刚才讲中风的太太，就一个老先生在照顾，膝下无子无女，他们心里已经有很多的恐慌，他们都担心说哪一天我走了，谁来照顾我的老伴？爸爸担心说我太太也不在了，儿子唐氏症，谁来帮他换证？那个心理的压力负担，他都担心说每个月没有这个身心障碍手册，对他生活社福的影响是会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拜托你，我希望透过今天我质询完之后，卫福部社家署可以针对于这个政策，第一，我的诉求把时间延长，不要硬性的说你108年必须全部换证完毕。第二个，我们确实的去了解，好好的去清算，这目前还有55万人还没换完，到底属于真的是永久可以领身心障碍手册，没有办法恢复的，到底比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的社工人员到底够不够？亲自去做探访，既然我们要做，我们就要做足做好。不要因为一个行政机关的疏失或想法逻辑不够完整，而由身心障碍者去承担你这个心智的一个增加他们的负担。这是我今天整个质询我希望凸显的议题。这个议题其实我已经在卫福部，其实我已经关注过一次，我想署长非常的清楚，但是我都一直没有接到正面的答复。然后另外，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到今天为止，你们还没有很清楚，对于很多身心障碍者还在问我说，卫福部社家署还没有很清楚，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时间延长？我个案我接受到的陈情，我可以个案来去做处理，但是到底还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有多少身心障碍者的好朋友需要这个帮忙，而他们不知道可以找民意代表来去请社家署社会局直接做关切，直接做换证，知道要找帮忙的他们可能会开口，但是到底还有多少人在这一块当中没有被关注到？所以我才希望透过今天这个质询，第一，我们把时间把它弹性延长，第二个，我们好好去清算社工人力106名到底足不足够。署长，而且你这106名社工人员160不是只做这一件事情啦，你不要骗我，不是只做这件事情，你要叫我把社工人员拿来跟你对质吗？各县市政府你拨下去的社工人员，你说你只能负责换证，其他都不能做吗？不要糊弄我好不好？谢谢委员。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陈一杰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黄秀芳委员，黄秀芳委员，黄秀芳委员不在，施一芳委员，施一芳委员，施一芳委员不在，陈一鸣委员，陈一鸣委员，陈一鸣委员不在，
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陈欧珀委员不在。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请江永昌委员质询。好，谢谢主席啊，请卫福部部长。委员好。部长如果不清楚的领域，其他同仁也都可以代答了哈。好，谢谢。在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啊，我有对前行政院院长张善政有做过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质询。那我也了解到，其实你们在今年就有做辅导餐饮业建立产品啊追溯追踪的一个制度，而且把它做一个这个委托的一个办理计划了哈。这个计划在做什么？啊，目前是什么成效？啊，请做一个说明。报告委员，在追溯追踪的计划里头，到现为止啊，我们已经公告的业者已经到1800多家，执行率已经到99% 以上。那委员所关心的一个高就是国际级的观光饭店的食材登录平台，就我关心的不只是国际级，应该这样讲。那时候我跟张院长讲的是，我们很多大型量贩的包装食品，你们也会去要求说它的这个产销履历、食品来源都有标示。但是我们很多的连锁餐饮、大型餐饮，它可能一天、一周、一个月，它所消费的这个食材啊，它的量也是非常可观。那么大的一个规模，居然没有让消费者可以知道，到底他今天到这一家餐饮店，也不一定是国际级的、啊。小吃店也可以啊，小吃店如果能够揭露食材，大家觉得非常的有信心，说不定可以促进他生意更好。而大的企业他应该要有社会责任，他是大规模、大成本、大的利润，他更应该让消费者知道。而过去所做的都只有要求这些餐饮业者、这些食品食材业者给你们资料能够追踪跟管理，而不是让消费端能够知道。所以我在那一次的总执行特别要求了，那要求了之后，现在关于消费端你们怎么做啊？请说明你们的成效。是，报告委员，刚才我说的那个追溯追踪啊，我们除了说它必须留存那个文件资料书面的，它还要必须要电子上传到我们的平台里头。那后台的那个我们就会卫福部便于你们食药署管理嘛？哦，我现在说消费端呢？是消费端的部分，我们后面在年底之前，我们就会把电子上传可以给消费者追溯食材来源的资料呢，把它PO出来。那现在我们除了这个之外，现在像日本或是说其他国家，他们对于消费者的一个保护，尤其那个上门去，那个是高级消费啊，他们可能在菜单上或是在任何他的这个店面、餐厅用餐的一个地方，都能够啊去宣示说他这个食材来自于哪里。我上次的咨询跟要求是这样，是那个时候，哦，当时行政院当时卫福部也答应要去努力啊。我听说最近应该有做出一点成绩啦，虽然现在没有办法做到全面，好像已经有委托，是不是哪一家那个中国生产力中心，还是说已经有找到哪些业者愿意首度来搭配，愿意首度来配合，在他的这个餐厅当中，在他的菜单当中就去揭露，请说明。是，报告委员，因为委员的质询，所以我们在最近做了一个计划啊，委托给中国生产力中心，就像委员说的，在年底之前呢，我们要完成100家次的一个餐饮业者的食材的登录。在年底之前。对，年底之前。几家？那100家次，他要辅导到100家次。目前做了多少家了？现在已经在辅导的是只有5家而已，哪5家？那下个月会再增加13家。这5家已经开始了，哪5家？那这5家是做了说明会，就是应该如何做食材揭露的一个说明会。那它可以在 menu 或者是菜单，或者是它的就是标示牌的方式都可以。那这几种方式。好。我所查到的资料哈，有台北假日、中立汉品、花莲雅士都、汉品、兆品，这样加起来总共5家了。那这几家到底有没有相关联的一个关系哈？我是不知道。但我要讲两点：第一个，
这个是你们所委托的中国生产力中心这个单位自己去找来的，还是你们卫福部食药署去找来的？哎，这个委托工作到底委托到什么状况？但是我不了解，在台北市有很多国际级的大型的观光餐饮饭店，历来也都有发生过食安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些他们都没有优先来参加，来配合我们这个政策？这本席不解，请说明。是委员报告委员啊，这五家呢都是我们寻求自愿来参加的。是你们寻求还是生产力中心寻求？我们去寻求他们自愿来参加的，然后交给中国生产力公司去做辅导。那下个月呢，我们是针对台北市的部分。那以卫福部号召力，这样看起来，其实我觉得业者根本就没有在怕你们，没有在管你们啊。如果你们的追踪稽核，他其实他的食材的产销都上了你们的平台了，他为什么不来配合卫福部，就很踊跃的来参加，然后来保护消费者有知道的一个权利啊。所以我们的食品组在这个部分呢，会全力的去要求业者参与。对呀，对呀，这要赶快努力去做啊！尤其台北那几间大规模的啊，他们居然没有首度配合，首先来配合，这个让我对你们的这个政策经过我的咨询，然后再咨询的成效，我会是有疑虑的啦。是在台北市这个国际级观光饭店啊，我们已经列管了13家，在下一波就是他们。台北是首善之都啊，这讲出去很不好听呢。是，我继续就教育部长哈。部长，是你机改的食品到底要不要管制？到底是当吃不当吃？到底是要以科学，哦，就是说对人体会不会产生健康的影响，还是道德因素？有的人吃素啊，哦，现在机改的食物可能有掺着这个动物的这个基因片段啊，还是基于说现在都不晓得，所以有风险，所以要对它做管控？请说明，到底是基于哪一项？目前机改食品是有5项要标示哈，要百分超过标示也不是全部标示啊，台湾的标准跟日本一样嘛，你超过3%以上就要标示。超过3%，可是你不是全部有机改都标示，你好像有定例有哪几类嘛？比方说像玉米啊、大豆是不是？那没有，并没有把全部的一个食品都纳入。对，目前是5项。好，可以说。报告委员哦，现在我们国内准许进口的机改食品只有5项，哦，所以这个准许进口的，对，所以这5项在它的所有的食品的包装上面呢，它都必须要标示是不是有机改、基因改造食品的原料含在里头。那所有的贩卖点，比如说豆浆、豆腐，它也必须要做标示，这是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已经要完成的。我们的标准大概跟日本今年差不多，今年开始我们做追踪追溯，就从因为机改食品全部都是进口，而不是国内产制的，所以呢，在边境呢，我们开始做追踪追溯，就是它进来以后进入哪个工厂，它出来的食品是不是有标示完整。这个我们都有在做。今年我跟你讲哈，我那天问农粮署，我们台湾我们国内粮食的自给率只有34%，所以啊，靠进口的粮食食品来供应啊，这高达66%了。那你刚讲的，其实哈，像美国，像我们进口它的这个玉米，对不对？300多万吨啊，总和了哈，啊，其实它有90%以上，它都是基因改造的，而这当中这么多的基因改造当中，有96%是用到饲料。你刚前面讲的前段，因为我刚问是以科学、以道德还是以风险，这个你没有回答。然后我直接问你，你会让你的孩子去吃基改的食品吗？会吗？到现在为止啊，基因改造食品在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科学的证据说它是有害人体健康的。但是104年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就通过，就说学校的营养午餐就不可以在生鲜食材上去采用基改食品。所以我跟你讲嘛，你刚刚讲又没有科学论断，但是我们却基于道德或风险却要禁止，所以这当中当然还有疑虑。我本席要告诉你的，假设现在机改的食品在你们哦，比方说3%的这个成分，或者说它类别上，你们要求它做标示，那你有没有想到，我刚讲的，
是玉米，它进口进来，它有96%是作为饲料，这个不是供给直接粮食。那我们台湾国内所养的家禽家畜，牛、猪、鸭、鹅，它吃了这些食品之后，请问你有没有规范啊？吃了基因改造的饲料所产生出来的肉类这样的一个市场，你要不要知道它的产销履历当中去注明是不是基改食物？要不要？做不做？现在农委会的生产履历里头没有，没有。那食安法里头也没有禁止基因改造食品在市面上贩售。欧盟有没有？也没 有，也没有。欧盟有技术规范哦，欧盟的基因技术它是0.9%。不是，它另外有规定啊，比方说是鸡只，它可能就是这个宰杀前10周不可以；如果是猪，那可能就是4个月；如果是牛，就是12个月。就说在它供应到肉品市场之前，它要停止用鸡改的这个饲料去喂养。台湾有没有做？该不该做？说好好的思考一下，给本席一个完整的一个答复，好不好？还是说现在你可以先补充一点点？好，谢谢委员的意见。在这些内容我想我们会跟农委会之间做一个沟通，因为在所有的饲养的一个鸡只或者是猪只是农委会在管理的，而不是食药署。我们做市面上产品的时候，只要它有政策，那我们在后续的上市后产品建设一定会。饲养当然是它嘛，但是 这些最后会变成食材的来源啊，你推给农委会做什么？如果这些最后不会变成食材的来源，我就问农委会就好了。难道那些鸡、鸭、鹅、牛、猪养大之后是做宠物吗？是做食材嘛？做食材归不归你？归你啊！你推给农委会做什么？是一起努力啊，一起来做这个该做的一个事情，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态度啊！我们会跟农委会一起来做这一方面的规范。报告各委员，我们做如下决定：第一，报告及询答完毕；第二，委员陈一鸣、陈赖素梅委员、施一方委员所提的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主管机关以书面答复；第三，委员质询当中未及答复的部分，请相关主管机关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第四，委员质询当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也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我们处理讨论事项及提案，请议事人员宣读审查项目。中华民国10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审核报告，括无含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案审查项目。一、单位决算部分，一、卫生福利部；二、疾病管制署；三、食品药物管理署；四、中央健康保险署；五、国民健康署；六、社会及家庭署；七、国家中医药研究所；二、非营业这种基金决算部分；一、作业基金；一、医疗药品基金；二、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三、全民健康保险基金；四、国民年金保险基金；二、特别收入基金；一、健康照护基金；二、社会福利基金。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于审查项目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照案通过。请议事人员逐案宣读提案。宣读临时提案。第一案，每年烟品健康捐金额高达300亿元以上，为使健康捐之使用更为透明并符合法定目的，请卫福部参照公益彩券营运分配之机制，制定专属网站，按季公告烟品健康捐分配项目及其预算执行率。提案人委员之名中联署人委员卢秀燕、赖世宝、费宏泰、罗明才等委员。宣读第二案。主席，现行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0条、个人照顾服务第51条、家庭支持服务，皆规定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依需求评估结果提供各项服务。然而长期以往，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放任地方政府以经费不足或人力为限有限为理由，在夜间与假日减少提供服务，造成需求评估核定时数与实际服务时数有显著落差，明显违反身心障碍者个人照顾服务办法第14条所定国定例假日可提供服务及不得拒绝服务。社家署更于103年7月8日发出社家账字第10301158-48号函四，同一地方政府可对于国定假日使用居家照顾服务的身心障碍者
收取双倍的自行负担金额，造成失能程度及重度的障碍者每小时自行负担金额高达200元，加剧其经济负担，完全违法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之立法意志，以及宪法征修条文中身心障碍者照顾属于国家责任的精神。或经身心障碍团体抗议，卫福部社会家庭署于104年1月29日另发设家障制第104070089号函示，仅取消7天不放假的纪念日，不再加收费用，其余12天放假之国定假日，仍维持对使用居家照顾服务的身心障碍者加倍收费。以105年农历春节期间为例，对身心障碍者加倍收费之服务项目，共有居家照顾服务、个人助理服务、临时及短期照顾服务等3项。而服务提供状况异常之12个直辖市及县市中，连江县根本未开办个人助理临短托服务，其余11个县市则属于以资源限制需求的状况，以高额的自费金额使得有照顾需求的及重度失能者又于经济压力而放弃使用服务。原此要求卫生福利部应尽速检讨修订，通盘掌握身心障碍者个人照顾与家庭支持服务提供情形，并研商取消现行与国定假日向障碍者收取加倍收取自费金额之规定，以减少失能障碍者及其家庭之不合理负担。卫生福利部应于105年中秋节挂午农历8月15日前，将前述检讨报告函送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各委员办公室，提案人委员王荣章，联署人委员余婉如、江永昌、林静怡、吴坤玉等委员。第三案，鉴于原住民族地区多位处山坡地集水区、特定水土保持区、水库集水区、保护带、保安林地区、原住民保留地，导致建筑物使用执照取得不易，原要求原住民族地区之长照机构设立场地尚未取得建筑物使用执照证明文件，得在兼顾人员安全下，以结构安全鉴定证明文件取代之。提案人委员曾明忠、卢秀燕、江永昌、郑天才等委员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提案有没有异议？感谢。好，那没关系，那就直接来协商好了，比较快，好不好？国民健康署这边就是直接坐到这边来协商比较快，来。请问各位委员对于第一案有没有意见？你们好像要做文字修正，委员 是我们做成每网站改成网页，按季改成每半年，公告的改成公开。那这好，好，那主要的提案委员同意吗？哈，那个江伟昌委员没有拿到资料，请尊重委员哈，资料再给他们看一下。这个郑明忠委员的案子，然后这个卫福部建议做点调整，所以提案委员同意。那大家其他委员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修正通过哈。来第二案，谢谢。第二案是王荣章委员是主要的提案者哈。那卫福部有没有什么样的啊？同意吗？都同意嘛哈。好，第二案照案通过。第三案是这个郑天才委员跟其他委员共同提案的哈。那卫福部有没有意见？好，那请郑天才委员表示意见。那个，因为我来说明了、啊。如好。好，没关系，郑天才委员，请发言。就长期照顾服务法哈，长期照顾服务法24条有规定，由这个原住民族地区的长照机构的设立，由中央主管机关，也就是卫福部，会同这个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另定之了，事实上有这样法律的授权哈，另定之，掌握机构的设立有授权另定之。那因为原乡的地区有这种状况，我愿意接受卫福部相关部门的建议，就是文字做一些修正，你们去研议。好，建请这个卫福部会同内政部原民会，加一个原民会去研议。
好，这个谢谢双方的协商哈。那现在就是文字做一些调整哈。好，那所以文字调整为哈第四行哈，原要求三个要求两个字拿掉，改成建请卫福部会同内政部顿号原民会共同研议逗点，好不好？就是好，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照修正通过，就是照他们的意见修正通过。好，好，谢谢。好，大家再留几分钟，我们把议程结束哈。谢谢，谢谢，来。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第一案从倒数第三行网站两个字修正为网页，按季公告修正为每半年公开，其已照案通过。第一案。最后的事后有当敬请公检删除，其已照案通过。第二案照案通过。第三案将倒数第三行要求两字修正为建请卫生福利部会同内政部原住民族委员会共同研议，其已照案通过。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协商结论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的话，照协商结论通过。审查结果，本次审查卫生福利部主管各单位预算之执行、政策之实施以及特别事项之审核、救济等事项，除照协商结论通过之外，其余部分均照列。请问各位委员对审查结果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报告各委员，今天我们各位出席的官员哈辛苦了。那但是我们今天的会议特别有意义。那果然如主席所料哈，下午楼下的会议哈根本都没有结果。那所以我们在楼上完成卫福部的这个决算是特别有意义的，这就是为什么主席说请你们上来备询的关系。好，请你们上来备询。那么这个决算跟预算是一样的重要，是一样的重要哈。那今天在各位的努力之下，那我们能够把卫福部的这个决算给完成，我们恭喜卫福部辛苦了，也谢谢主计总长，也谢谢这个审计长，也谢谢我们各位委员，谢谢议事人员，谢谢大家，散会。